好，欢迎翻到嚟新一集嘅《影视摩天轮》啊！我系今个礼拜准备打自己脸嘅阿森。系 ，smile smile 啊，几好背。系。系今日仍然有嚟支持维护呢个山田良介，即系我听到人诋毁佢啊，所以我真系入嚟讲一集嘅海豚。哦，要维护呢个良介 B 嘅。系良介 B。系啊，咁样。咁樣啦，係團隊好友海豚。咁啊，先講翻收聽方法先啦，就喺 Facebook 度咧 ，search 電腦 Talk 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啦。我哋會定期 update 節目嘅。另外仲有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記得訂閱啦、收聽啦，撳埋鈴鈴啊，撳埋全部留意我哋嘅更新啦。咁另外仲有呢、這個Facebook 嘅綜合吹水區啦，同埋 MeWe 嘅討嘅吹水群組嘅，大家都可以 at 入嚟啊，答啱問題咧，咁就審批過後就可以入嚟傾偈吹水噶啦。咁啊，然後逢星期五啦，就好似而家咁咧，就會開 live 做節目啦，或者咧會播放錄製嘅節目嘅。咁禮拜六晚上咧，如無意外，如果如無意外咧，咁就會開 live 同大家吹水嘅。咁啊，仲有網台經營困難啦，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哋，都歡迎大家透過除咗 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之外咧，都歡有餘力，亦都歡迎大家透過詳細明嘅 PayMe、PayPal 連結贊助我哋啦。咁啊，100几十全落座，呢啲嘅支持我哋繼續努力製作節目嘅最大動力啦。好，多謝大家。係啊，今個禮拜其實都唔係今個禮拜，其實係上個禮拜啊個節目完咗之後，我哋已經講咗，唔係等陣先，我哋已經連續講咗三集呢、這個。系、啊、专题嚟噶，变咗呢个真人版，真人改编，真人改编，我哋已经连续讲咗三集啦。系啊，我哋觉得呢、這个咪变咗系开始有啲离啊，开始有啲离。我哋讲咗嗰个教材嘅，要讲呢个反面教材啊。系啊，正面教材讲咗两套啦，咁讲翻到反面都唔系好过分嘅。咁啊，系啊，因为同埋嗰个打脸嘅速度。你當係咪好似嗰啲啊？懶係有殺，懶係三部曲咁，呢個就最後一部曲咁樣咯。咁就係、是、個話説就係上個星期啊，當我哋咧好似有個光環喺個頭頂嘅時候，喺度講我哋啊，唔應該用有色眼鏡去 judge 嗰啲真人改編嘅作品噶，唔應該先入為主聽到人哋批評佢，就去對佢抱有呢個戒心噶。我冇問題啊！我哋冇違反到我哋講嘅嘢噶，我哋都係睇曬《鋼之金術師》，我哋先講嘅。係啊，但係我哋之前有，就算我哋唔用呢個原作嘅代表嘅嗰個有色眼鏡去睇，佢都係垃圾。係啊，但係於是我哋今次就係咯，我哋不戴任何有色眼鏡咧，咁去睇完講完呢個《JoJo》第四部真人版之後，就走去睇咗呢個。睇咗呢個鋼鏈嘅真人版啦，咁結果咧喺個，因為我哋係講完 JoJo 第四部之後，冇耐就去睇呢套戲嘅，咁結果咧唔到十分鐘我就破功啦，我就屌你老尾啲人冇屌撚錯呢套嘢係垃撚圾噶，冚家產咁樣咁啊，係啊，咁我係自己係極快以極快嘅速度自我破功嘅，咁我。係啊，同埋要講翻聲，因為咧之前咧喺講真人改編嗰、那個嗰集動漫萬歲專題入面咧都有提過呢套嘢，但係嗰次咧其實我嗰次我提嘅話咧，嗰次我提嘅時候咧，其實我未好完整咁睇過一次呢套嘢，嗰陣我係快長內輪，係快飛睇過一次，因為即係我快飛我睇咗快飛睇咗少少都頂唔緊啊嘛，咁今次先至。啊！有人陪咁先至完整咁睇過一次。有冇尊重過山田良介？有冇尊重過本乡就多？其他演員都可以算啦。嚇！有冇尊重過本乡就多 ？OK。你有冇睇過佢安比有幾咁俾心嘅？有。有我睇。你之前猜睇得出。我哋嘅精神係啲乜嘢啊？我哋淨係可以，我哋唔可以加速啊！我哋淨可以回打嘅咋。嗰陣我淨可以用敗者成塵嘅咋，唔可以用天堂製造噶。嗰陣我未加入你哋，嗰陣個會未成立啊嘛，係咯咁啊，咁你今次正式面對一次呢件事，咁邊有發過推啊？係啊，大家今次嘅公眾嘅評價係公道啊，呢套嘢係真係垃圾嚟啊！係啊，咁啊有幾垃圾咧，詳細同大家講，因為今次啊，我哋真係個 flow 比起上次咧又長，我覺得長咗成倍咁滯，真係要慢慢講啊，大佬。
咁試完啦，其實呢套嘢咧上星期有提過嘅，其實佢同 JoJo 真人版係同年上映嘅。咁但係咧 JoJo 咧就係八月上嘅，咁呢套就十二月上嘅。咁啊，結果套嘢咧同而且同樣都係咧兩套都係去咗外國取景嘅。JoJo 第四部去咗西班牙啦，咁呢套就去咗意大利嘅。咁啊，其實喺一佢話就喺2016年8月咧就已經拍完噶啦。咁據說咧，咁睇資料就係話咧，方川雲咧仲要去個拍攝場地5日啦，去睇佢哋嗰個拍攝情況。咁亦都喺呢個攝影班上面咧親自作畫以示鼓勵。啊，咁套嘢嘅導演咧就叫真理文彦啦。咁真理文彦咧就我揾翻啲資料就有啲採訪啊，佢信心滿滿地表示啊，自己完成咗日本電影上面從未有過嘅拍攝形式，追求咗新型日本電影的可能性，冇錯，我覺得真係講得冇錯，係嘛？完全係估唔到嘅，佢嗰個對於對動漫嗰、那個那個處理啊，係完全估唔到嘅。係啊，佢係咁，我哋之後就再慢慢細講點解係完全估唔到。係啊，都冇辦法忘記嘅。係咁，另外再講要賣個字先。係啦，咁同埋講下套嘢最後嘅情況係點啦。咁啊。咁啊，上映嘅時候咧，咁已經好多好多批評嘅聲音都傳出噶啦。咁而且亦都有啲人咧，有啲日本嘅朋友就會嗰陣影嗰張相，就話自己去睇《鋼鍊》真人版，咁但係成個戲院係得佢自己一個嘅，個戲院係吉嘅咁樣。咁而且亦都話咧，有啲人就話睇完套戲嘅時候咧，佢嘅感想就係套。個戲院張凳好舒服，咁我瞓得好舒服，咁啊個啲泡谷幾好食，咁啊戲院個環境幾好，咁啊半句都冇提嗰套戲嘅咁樣，咁所以就你都見到套戲都即係嗰陣其實我嗰陣都係冇睇套戲，但係睇到呢啲聲，睇到呢啲評價都覺得套戲有啲大鑊啦。咁但係嗱咁講嘅其實。都啲前提再講翻先啦，就係點解其實最初聽到話即《鋼鍊》要拍真人版，仲要係電影咧，其實真係就已經覺得好大件事噶啦。大件事唔係在於我哋中唔中意原作啊，唔係原作包袱嘅問題，係嗰、那個係個本質上面件事咧。其實你覺得係幾乎冇可能做到嘅，因為原作《鋼鍊》漫畫或者動畫又好，都係一個即係原作漫畫，佢係一個。好長篇故事，而且嗰個長篇故事咧，佢唔係單元式嗰種長篇故事嘅，其實佢裡面好多嘢係好綿密咁連埋一齊嘅，即係佢係有章節之分，但係每個章節之間係有啲嘢去互相楞埋一齊，咁然後先至係一個完整嘅故仔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如果用動畫去講，就係50-60集嘅動畫。咁又你同我講，而家你要拍真人電影，然後係。动画版都播咗，你赶火车佢都播咗70集，系70几嘅好似。佢前段已经系赶火车啦，都要用70集。咁而家你同我讲你要拍真人电影2个钟，即系而呢啲真人版改编电影嘅话咧，其实个半顶尽系个半钟至2个钟系极限嚟噶啦，几乎过唔好少可会过2个钟头嘅。咁即系话你2个钟头内你要讲鋼鍊嘅故仔。你玩鳩我啊！咁啊，你當初聽到已經覺得好大鑊噶，即係反而話啲嗰啲咩啲人樣似唔似啊？嗰啲反而都唔係在最嗰陣唔係最 care 嘅問題啊！甚至乎出到嚟，我又唔覺得話山田涼介啊佢哋個樣出到嚟好大問題嘅，即係因為嗰陣未見，嗰陣好似有流出嘅時候未見到有安倍，咁所以就安倍真係好癲，每一刻都。安倍咧，安倍嗰个情况咧，我觉得系可以连接佢喺电影嘅一啲表现嚟讲嘅。系，应该真系要讲，系咁样。你真系忍唔到口，好好笑。系啊，咁但系其实反而啲选角又未到好大问题，但系反而最系呢个企划本身已经令人好担心，就系你究竟你谂住点样啊？你系谂住讲到某个位完啦、啊？定係你諗住有原創內容去做個故仔啊？我係無論邊一邊都我都好擔心嘅。咁結果
佢好撚嘢啊！佢係真係用一種我哋估唔撚到嘅方法去處理咗我哋擔心嘅問題。咁而且亦都令到大家覺得你俾人鬧你係抵嘅。咁睇咁睇啲結果就係睇幾乎睇呢套嘢嘅人咧，我諗真係嗰十成入面，我諗有七至八成都係山田涼介嘅 fans 啦。咁呢啲人呢啲 fans， 我覺得係要對佢嚇。No, no, no, no. 我覺得係有好多國年嘅 fans 入咗去，唯有買，唯有買第零期。坐到最後嘅一定係山田涼介嘅 fans。係，同埋因為佢因為呢套電影係有個特點係呢個第零卷嘅故事嘅。係啦，咁啊為咗第零卷。當然都有。係啊，呢個國年第零卷嘅故事嘅，就講呢個絕命之。如果我冇記錯啊，因為我睇過一次，就應該係講絕命的之聯金術師咧，佢嗰個經，佢嗰個經歷嘅。即是在遇到愛德之前那個時間點的，咁最主要就是咁樣嘅啫。咁呢個入場點就吸引了非常之廣年多嘅廣年 fans 入場，同埋呢個山田涼介嘅 fans， 係係啦。咁咪等咁而呢兩班人入去，咁最後可以留喺個戲院到最後嘅基本上、就是、一定就係得山田涼介 fans 同埋中意睇爛片嘅朋友。係啦。咁而我要對呢、這個睇爛片嘅朋友就都算明白嘅，咁但係至於山田涼介嘅 fans， 我係要對佢哋致上最崇高嘅敬意。我覺得真係係啊！如果你遇到個女仔係話佢中意山田涼介，佢覺得《鋼之音術師》好好睇，好值得捍衞嘅，佢一定係個好女仔。如果佢中意你嘅話，佢一定係最忠心嘅伴侶。係，即係能夠承受到成套戲，就係為咗睇自己最心愛嘅明星，都唔係咁簡單。呢、這個真係要致敬嘅呢樣嘢，真係。係啊，咁另外最後再提一提背景，可以提到一樣嘢就係、是、咧，有貴康叫影畫藝術啊。咁佢係2017年咧整咗呢個日本電影最佳同最差嘅十套電影啊。咁而呢、這個咁啊最差十套電影嘅嗰個排名入面咧，咁啊《鋼之煉金術師》真人版咧就排喺第五位嘅咁樣。系啦，咁呢啲净系睇到呢啲背景资料都知呢套嘢把睇到佢嗰个成功啊，喺影史上系喺日本嘅电影史上系喎。呢、這个听众讲完，我先见到点解张海报唔系见咗爱德嘅。系啊，我揾咗几张海报咧，即系有一系咧就系、是、爱德、云尼同埋艾尔，一系就呢度咁样成扎人咯。唔知点解爱德系冇一张，系应该爱德喺中间噶。系啊，官方。官网嗰个图像咧就有张喺中间嘅，但系咧唔知点解我揾啲揾诶嗰个，但系我费事，我又唔系好想 cap 官网个画面啦。咁始终我揾张正式海报好啲啊嘛。咁但系我揾到，我点解我一揾到？系咩？你俾我换咗佢啦，系费事。费事你啲山田涼介 fans 嚼鸠我啦。你要尊重翻山田涼介嘅 fans。好啦，我换咗佢啦。你等我一阵。而家我冇我哋涼介 B 嘅张海报。什麼意思啊你？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們涼介 B 啊？不是，沒有這樣的事，沒有這樣的事，唉，換了他。等一下，好了。好，換了，沒事發生，沒事發生，好，繼續，是的，這樣啦，那呢度每把聲好喉，我睇下教大聲少少咯。你再同埋或者你埋咪少少。喂，得，而家 OK。系啦，OK， 咁好啦，咁我哋就講完呢啲背景資料啦，咁我哋正式開波啦。咁啊，故事簡介咧，咁就直接講啦，就係佢係由呢、這個，如果用漫畫做去講嘅話，佢就係由一開波去講到去呢個第五研究所。嗰部分，咁然後就再加咗一啲自己原創嘅內容咧，去做咗一個原創結局，咁然後又留咗尾去諗住做第二部嘅，咁然後係大概係咁樣啦，咁唔使，因為《鋼煉》大家都睇，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唔使噏一次，都唔特登噏一次劇情出嚟啦，咁樣。誒，因為太長啦，佢做咗太多嘅嗰個內容啦。系好丰富啊，好丰富啊，系啊，太过丰富啦，真系，我估唔到两个钟系可以做到鋼煉咁多嘅剧情嘅。系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先从呢套嘢嘅优点去同大家讲讲先啦。
咁優點都好多嘢講嘅，因為始終都係日本影視嘅套非常之重要。咁佢個選角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出色嘅，特別係呢、這個絕命之煉金術師嘅，即係大哥哥啊，係嗰個老豆啊，啊老豆啊嘛，係啊，養嗰只狗係超似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係山大係亞歷山大係咁多個選角最出色，走出嚟嘅。非常之似，系佢个选角系佢系咁多套入面选角，咁多个角色入面选角，选角最出色同最还原到原作神髓嘅一个。系我会形容做嗰只毒狗系呢个动物界嘅小律孙，同埋银士嗰个匹配度。OK OK OK， 咁样啦，咁仲系意大利取景嘅关系咧，咁所以风景系优美嘅，咁同埋就。單火車啊，勁靚咯！係啊，單從景嚟講咧，因為今次係真係同原作嗰個風格係夾嘅，咁佢真係用西歐用歐洲嗰啲景去做，佢原本都係歐洲嗰類景嚟噶嘛，咁所以你喺意大利取景，你攞翻嗰啲景去拍，其實個 feel 係夾嘅，咁呢個又真係 OK 嘅，咁樣個第一眼係順眼嘅，咁樣咁由艾爾個 CG 啦，咁啊雖然之前有。講過話覺得有啲怪怪地，即係啲光影有啲怪怪地，咁但係係算 OK 嘅。睇曬成套嘢之後，係覺得即係嗰啲動態同嗰啲同佢嗰個同即係佢出到嚟又唔會同周圍啲空間好似好唔協調咁樣，所以都算還處理得好。全家 fans 可以做嘢啊！係山田涼介 fans 嬲啦！俾氣死針 fans 做嘢。氣死針唔係啊！我好中意氣死針啊！大家立。戴定个头盔先，我好中意希西针噶，好中意。得啊，唔得啊，会俾我哋准备俾呢、這个啲 J 加 fans 追杀啦，点算啊？唔好啊，唔系噶，我好中意迪加噶，我好中意，我好中意长谷川噶。唔系咁啊，我好中意，我好中意睇，好中意长野博噶，我好中意长野博噶，我好中意睇金田一噶，我好中意睇金田一噶。系啊，系啊，我好中意睇，我好中意睇。唐本刚的金田一噶，唔好谂。我好中意睇33分钟侦探噶。我好中意睇金田一噶，唐本刚的金田一，我好中意睇噶，真系。系啊系啊，唔好教佢哋。教我哋，唔好教。OK， 头盔笠完啦。OK， 好咁样。系咁样啦。咁仲有就系头先啱啱就系想讲就话即系佢拣一，即系要吸引人去睇嚟讲咧，咁山田涼介系一个拣山田涼介做主角，咁我而且个样嚟讲，我觉得系还可以嘅，即系个别有啲就唔系，即系用硬照术嚟讲咧，又算顺眼嘅，还好嘅，系啦。但系我觉得有另一个涼介会啱多啲咯。边个涼介？三浦涼介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嗱，佢平时即系佢又拍咗一年金发，又拍咗一年只右手系第二样嘢，同埋个样都几有爱德 feel 嘅，我觉得其实佢金发嘅时候，唔系同埋佢有少少外国人轮廓深嗰种感觉，其实有系咯，其实应该系揾另一个梁介咯，系啊，不過你話 fans 層嚟講，有山田涼介嘅 fans 墊底嘅話，係咁梗係唔同啲啦，票房就穩陣啲啦。咁呢個明白嘅。咁當然另外仲有我哋之前講過嘅呢、這個之前呢、這個嗰、那個咩昨晚很愉快吧嗰套嗰、那個女主角啊本田翼啊，咁啊做呢個雲梨，咁啊邊個做啊？邊個阿雲梨阿本田翼做雲梨咁啊？有阿、啊、本田翼去加成下有個靚啲嘅女主角咁都 OK。雲梨咧就其實 OK 嘅，冇乜問題嘅。最大問題就係乜嘢咧？最大問題就係雲梨有啲過度活躍。係，即係佢用。最大問題就係佢冇雲梨嘅成分。唔系赚紧云梨嘅成分啊，只系得本田翼啫，赚紧。O K O K， 就系本田翼，咁咪就系本田翼，但系本田翼啦。但系本田翼系好嘅，即系起码令到套嘢有少少可以俾你睇得下嘅成分啊嘛。系啦，系赚紧嘅，我赚紧嘅，我唔系吓，
冇其他意思嘅，冇其他意思嘅，系啊，系啊。咁样嘅，咁啊，仲有啦，仲有嘅，仲有嘅，我自己觉得 O 就系阿修之去揾咗呢个阿佐藤龙太，我觉得 O K 嘅。我修之 O K 噶，其实似嘅，同埋因为佐藤龙太佢平时都系做开呢一种咧。即系轻轻浮，有啲轻轻跳，即系有啲轻跳，跟住就唔系好认真咁样。咁样嘅类型嘅角色咧，然后佢外，即系佢，你知收知佢外面嗰层就系咁样噶嘛。然后但系佢入边其实系个好认真、好有黑、好一个，即系一个好有型嘅男人嚟噶嘛。咁佐藤龙太其实系做到嗰样嘢嘅，系啦。咁但系因为基于我。对于佐藤龙太这个演员的印象基本上都是来自海原呢即是 我就觉得他做即是他做修之无毫无疑问地他的外表上还是他演技上都是完全衬到修之的但是即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仙奇的海原就是仙奇的个球背跟着我就觉得修之佐藤龙太吉光吉光做修之，唉，觉得有啲唔系好够嗰种大人，即系好可靠嘅大人味。但系纯粹系我个人意见，因为我对于佐藤龙太有印象就系海原入面嘅吉光啊，咁样系啊，我觉得佢唔够咩，但系其实佢够嘅，佢完全够嘅，系啊，即系我个人嘅印象啫。赞我赞咗一样，贵到嚟真系好乸似。咁嘅话，你做乜唔赞安比？你而家系咪睇笑我哋？我唔赞安比啊！咁我交俾你咯，交俾你做。做呢个贪婪，贪婪冇出场，唔好意思。做呢个食肉都几似嘅。系，但系啊，拉斯代咁样就系 OK 啦，系啦。拉斯代话可以啊，我觉得即系可以啦。个别即系除咗个别某啲人之外，其实整体选角又唔系去到好大问题嘅。选角冇乜问题嘅，我觉得咁样啦。咁就系啦，系咁多啦。个优点系咁多，真系尽晒力噶啦，但系唔好意思，真系系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去缺点嗰部分啦。哇，真系个 list 长。哇，真系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啊？佢讲故事吐槽啊！你唔系谂住你谂住有得 skip 嘅咩？冇得 skip 嘅。唔系咁，我哋可以讲咗啲第二啲嘢先噶嘛？即系唔一定系讲故事先嘛？即系譬如你喺呢张海报入面，你已经见到有好多问题出现啦，系咪啊？系。例如就系军人入边，点解三个最重要嘅军人初期点解好似少紧个咁样嘅？系啦，冇个其实应该系会。个身形拍得住艾尔，你系冇可能睇唔到佢嘅人，点解会冇咗嘅咧？系豪腕之电金术师，阿姆士堂冇咗啊，成个角色 cancel 咗佢。系啦，同埋如果系咁样，应该仲有一个中东吓中东籍嘅人士喺度嘅，点解又唔见咗中东籍嘅人士嘅咧？系啊，系啦，请问佢？请问佢喺边咧？一个咁重要嘅角色，冇错啦。急速嘅节奏啊，我系唔需要嗰啲角色嘅。冇错啦，就系连斯卡都唔见埋嘅。系啦，亦都因为斯卡嘅消失咧，其实系直接将成个伊修巴二内战嘅初期嘅铺垫嘅故事咧，系完全 cancel 咗嘅。伊修巴二内战佢都只不过讲过两三句啫嘛。系啦，成套嘢入边。系啦，钢炼啊，将伊修巴尔内战 cancel 咗伊修巴尔内战，咁到底仲有咩可以讲啊？系啦，卖肉男性三民主义。哦，因为阿姆士堂经常除衫啊嘛，系啦，物化男性可耻啊嘛。好啦，咁样咁啊，系咯，呢啲佢系。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即系因为你要将你本身即系佢拣咗个范围啦，但系虽然佢已经拣咗一个范围，即系去到第五研究所为止，咁但系其实就算去到第五研究所都好咧，佢嗰扎中间嗰扎剧情其实个量都系非常之多嘅，即系其实我都即系
你本身揀個 range 揀到咁，其實都已經係好黐孖筋嘅，你係一定唔夠時間做啊兩粒鐘。咁又 OK， 我當你揀咗，你揀完呢個範圍啦，咁你要做啦，咁你剁就在所難免嘅。但係佢剁係剁到連啲緊要角色都剁埋，然後係連嗰啲緊要角色相關嘅主線級，係我強調多次係主線級嘅劇情都可以 cancel 埋，我覺得有啲過分啦。你去到咁樣就真係過分啦。咁如果即係我唔明喎，伊修巴爾內戰可以 cut 嘅咩？阿導演，唔係啊，佢姑且話係有，佢有提過幾個伊修巴爾內戰噶，係，但係冇內容咁解啫嘛，口頭上提咯，係啊，有咩有啲咩動亂嗰啲啊嘛，開始醖釀緊動亂嗰啲啊嘛，佢有提咯，唔係，但係伊修巴爾內戰應該係打完噶啦。系啊，但系佢伊修巴尔未修复之后又即系修复后有啲人动乱，佢有提过咯，佢、啊、有提过下咯。系啊，咁大佬啊，咁样咁唔得，即系你咁样系唔咁样唔得咯。咁即系唔系因为咧，我因为呢个系降练期，即系如果降练你嗰啲剧情，你唔系个问题就是我哋咁讲啊，即系一般情况嚟讲你。剁角色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降练的故事的架构是令到很多个角色都很难，你很难去剁他的。你一剁他，其实你是连带着跟这个角色相关的那些那抽跟主线相关的线索是整抽的掹起了。所以你是找，然后你霎时间你要找其他东西去代替那个角色去做那些东西，其实是理论上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實佢就令到佢改編上面遇到好多打擊嘅問題咯。咁然後佢係啦，咁佢一打擊咧，咁佢就用咗好多種種好神奇嘅方法嚟去處理咗嗰啲問題嘅咁樣。咁你揾個角色解釋咗就得㗎啦，放心啦。係，又或者好濃縮咁將件事，係間硬將件事踢俾另一個人做啊嘛。係啊，或者揾個角色用口講咁樣啦。好，我哋開始邁向呢個講故事吐槽嘅過程啦嘛。冇錯啦，係啦，咁一開波啊，哇精彩！我覺得係成套戲最好睇嘅地方。係啊，點解夠搞笑？係啊，就係好簡短咁就話阿媽死咗，咁由兩兄弟細細個就想練成阿老母啊嗰段啊，哇！佢嗰、那個佢個特技，佢嗰個特技真係犀利啊！佢點樣咧？就係兩個有小朋友完成咗入曬啲材料啦，咁樣啦。然後準備呢個撳隻手落去個煉成陣啦，係。因為撳完之後咧，成間屋咧去分解咁樣，突然之間有個龍捲風出現咗，係啦。跟住之後捲起曬周圍啲嘢啊，然後塊地板裂咗啦。然之後愛德同埋呢個艾爾就捉住個地板一齊飛起啊，係啦。然之後佢哋兩個對望之後，阿爾，愛哥哥咁樣。对啊，咁样互相去呼喊对方嘅名字。系啊，有两个就消失咗喺个，两个消失咗喺龙卷风之中，然后突然间出咗。唔系，最重要系佢哋系跪喺嗰块地板嗰度，好似人哋有啲漂，即系喺个海上面漂流咧，坐咗喺块浮板咩浮木上面咁样啊。系啦，哇！嗰、那个哇，你系完全唔知点解佢要做到咁样嘅。系啊。我唔明佢做一个咁悲壮同埋震撼嘅一个剧情，都可以用一个咁好笑嘅方式去呈现。有哈利波特式嘅呈现。系啦，咁又仲要佢最后出个，跟住佢完咗呢度啦，两兄弟消失喺旋风之中，然后就出咗个标题《钢之炼金术师》。但系我想佢，你知唔知我出佢一出嗰下，我第一个反应系，诶、欸，唔系哈利波特咩？哈利波特系啊，哈利波特都系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and Full Metal Alchemist 啊嘛。是不是这样？我以为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绿野仙踪明显是不合尺寸假发进入异空间的款，难道有穿越时空的剧情的桥段？没有啊，他带那个旋风搞到我以为他有咯。好啦，咁啊，跟住一过了这个炼成人体炼成的桥段啊，就迅速进入了这个漫画里面的最初一章，就是邪教篇啦。咁佢咧就，但系咧佢系，系啊，咁佢个邪教篇咧，佢个邪教篇咧就系、是、一开波就已经追紧阿教主啦，系，好犀利，主要一个我哋好熟悉嘅一个面孔啦，
系就系、是、食炒饭王入边嘅车长，炒饭车长系啦，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呢个爱德激烈嘅战斗啊，系啦，佢系直接将爱德成个查嘅过程就得。喂喂喂，系得翻嚟啦！屌，做乜鸠？得啦，而家继续啦。喂喂喂，听唔听到 ？OK OK， 我继续。咁样啦，咁头先咁啊追逐啦，咁啊佢将即系将嗰个最初见到爱德嘅嗰个少女又冇咗啦，咁都咁冇还好啦，系咁，但系总之直接 skip 咗去佢追啊邪教教主啦。咁然後就做一大堆，即係所謂煉成咁嘅對戰啦。咁啊，但係佢又冇咗煉成嗰啲跌閃電嘅特效啦。咁啊，啲地板啊，嗰啲石柱無啦自己一嘢飆出嚟咁樣。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改咗，跟住咧，佢哋去到打到逼到啊教主走投無路啦。咁啊，使出呢個終極武器啦。咁原作咧係玩合成獸啊嘛。咁啊，巴闭啦，教主，佢走咗去咧，用呢个贤者之，用佢嗰粒老番贤者之石咧，就 call 咗扎，就 call 咗扎石狮子出嚟。吓，石狮子啊，丧尸狗咋？丧尸，佢系佢用啲，佢用啲石咧，烂鸠嘅咩咋？用啲狗咋？用啲碎石砌咗啲烂鸠丧尸狗出嚟就去咬啊，爱德咁样。咬嚟嘅啫，边有狮子咁型啊？系啦。咁所以對比一起之下咧，艾爾個 CG 已經好好嘅，因為其他嗰啲 CG 就係呢啲咁嘅爛鳩喪屍狗之流嘅東西嚟嘅，咁樣咁係啦，咁又就帶翻話哇，點解咬唔爛你手嘅？啊，你就係鋼之煉金術師咁樣，係啦，咁樣咁佢跟住佢將伊卡洛斯嗰邊，其實咧我唔明伊卡洛斯個比喻咧，即係話咩你？就係話咩？你太過接近太陽，然後就消融嗰對翼咁啊，去比喻翻佢哋接觸禁忌嗰樣嘢。其實呢度攝一句對白去帶翻，咁都叫做咁又可以形一形，又有翻原作嗰句對白。其實我唔明點解佢連呢句都唔攝落去啊。咁啊 ，anyway 啦，咁總之就佢用超極速嘅方式就將呢個邪教篇嘅劇情就搞掂咗啦。咁然後咧件事搞掂咗教主之後咧，阿馬斯丹就出場啦。哇！呢、這個馬斯丹一出場嗰下，我哋三個都已經一頭問號啊！喺呢邊位嚟噶呢個？我唔係講個樣唔似喎，即係因為佢一走出嚟已經攤手指飛個火出嚟嘅，係人都知佢係炎之煉金術師啦，係人都知佢係萊馬斯丹。但係佢一出到嚟啲對白，我係第一個反應，你係邊位啊？係咁萊馬斯丹係咁嘅咩？系啊，佢点样讲？诶，即系电影真人版嘅马斯丹，佢讲嘢系点样咧？系即系嗰啲冷嘲热讽啊，句咧，跟住又黑口黑面啊，跟住讲嘢又臭串啊，咁样嗰啲感觉。系咁，但系呢个动画嘅马斯丹系乜嘢？系嗰啲有少少，即系成日都笑鸠你啊，即系好似嗰啲同你好熟啊，但系对你几好嗰啲上司嗰个感觉噶嘛。系咁样呢、這个真人版对马斯丹嘅演绎就有非常之美丽嘅误会。系啦。咁樣呢個都只係其中一個馬斯丹嘅問題嘅。係，佢之後更加係。都唔係㗎，佢呢度仲有樣嘢好嚴重嘅，佢已經喺度話：，愛德華，你點可以去追逐賢者之石㗎？係禁忌嚟㗎嘛，你唔可以接觸下問號。我哋講幾多次唔好接觸呢個賢者之石啊？呢樣嘢係禁忌嚟㗎，問號。原作就係原作。我想问原作莱马斯丹点解会俾个机会爱德去考国家炼金术师咧？就系话佢同意佢呢个不择手段都要攞翻身体呢样嘢，所以先至俾呢样嘢佢噶嘛，先俾个机会佢考炼金术师噶嘛，同埋叫做喺傍埋，同埋佢冇抗拒过爱德去追求贤者之石呢样嘢噶。佢但系依家突然间无啦啦改咗个角色，变咗一个。系念然后喺度屌鸠你，点解要去追求贤者之石？吓吓呢个边个嚟噶？呢、這个只系一个戴住呢个识放火嘅手套嘅披住莱马斯丹个壳嘅人物嚟嘅啫。呢、這个边个嚟啊？喂吓咁、啊、真系巴闭啦呢样嘢咁
咁但系咧，奈马先生后面仲有一大堆好精彩嘅东西，不过后面会再讲嘅。系啊，咁已经跟住之后就爱德佢哋当然系唔理啦，咁啊继续做啲，咁啊继续揾呢个贤者之石啦。咁然后就顺藤，好似又莱马斯丹介绍之下，系话俾佢听，你唔好再用贤者之石去揾你嘅身体啦，我哋有其他方法嘅。系啦，咁啊介绍咗呢个绝命之金术师俾呢个爱德。系啦。但系原作，我记得原本唔系咁样识绝命嘅。原本我唔记得咗点样识绝命嘅，但系肯定唔系马斯丹介绍嘅。应该查，跟住走咗去绝命嗰度啦。咁跟住就当然就经典嘅大哥哥单元啦。咁啊，头先必须要提一次啦，就系亚历山大真系好卵似啊！只狗一扑出嚟嗰下真系哇！似到爆炸咁样，咁但系所有嘅心力都去咗晒只狗度，知唔知啊？所以佢已经做到套戏咁閪可能系搵好辛苦搵呢只狗出，咁样啦。咁跟住佢哋就走去绝命嗰度去睇资料啊，咁然后就讲嗰啲嘢。咁又跟嗱、本身咧最初咧都仲系同阿绝命倾下偈啊，话咩你佢当初整嗰只识讲嘢嘅合成兽啊嗰啲嘢咁铺伏笔，你有睇原作你知后边系咩剧情噶啦。咁點知中間咧，佢就攝咗一啲原創嘅東西嘞噃。咁就係咧，愛德有嘢查咧，咁啊離開，咁啊暫時離開咗嘅。咁然後咧，艾爾咧就同阿絕命講咧，我想調查一下關於咩啊？關於佢個靈魂如何固定喺裝甲度嘅嗰個問題。咁就叫阿绝命去同佢做，跟阿绝命话：咁我同你做检查啊，我做合成兽噶嘛，我都系研究生命噶嘛，咁你又咁灵魂都系生命嚟噶嘛，咁所以关我事啊，咁啊吓吓 ，excuse me， 因为鲸鱼唔系鱼啲 friend 嚟嘅，呢个咩合成兽同灵魂有同研究灵魂有关系 ，OK， 我你中意啦，咁跟住咁然后咧，佢就走咗去搵块布披落去艾爾度啦，跟住佢又檢查艾爾啦，跟住就話，跟住佢突然間就加幾句話，其實咧，我要將靈魂固定喺海甲度咧，唔係咁簡單嘅，所以你覺唔覺得？但係相比之下咧，偽造個靈魂放喺個，然後放喺海甲度咧，就容易好多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會唔會其實係你阿哥虛構你出嚟，將你虛構有細佬呢樣嘢出嚟去呃你咧？其实你是你阿哥制造出嚟嘅咧，好嘢，好嘢 ，perfect。点解你可以谂到条咁样嘅桥噶？哦，你将原作入面艾尔怀疑自己嗰条桥咁样怼咗俾阿绝命去处理，我真系好佩服呢个导演。系啊，咁呢度因为吓多阿 L 妹提议 ，L 妹提议之下咧。咁啊，去睇翻相關嘅集數啦。咁最初係因為佢哋去調查研究所嗰啲事情，然後遇到嗰兩副海甲，即係同艾爾相同情況嘅海甲。咁由嗰只咁啊，66號啊，66就係66號同阿艾爾對打嘅時候咧，咁就去提出咗呢樣嘢，然後令艾爾懷疑嘅。咁但系点解艾尔会因为佢讲嘅说话而为？因为大家系同质嘅东西嘛，因为大家都系被将个都系得副海甲，然后有个血印喺副甲入面，就话呢个系代表我灵魂咁样。咁其实好虚无缥缈噶嘛。咁又由66號去咁样质疑翻艾尔，其实艾尔会因为咁而有犹豫，其实系合理噶嘛？吓，点啊？系，系啊，咁然后咧，然后佢跟住咧，佢即系原作就系佢因为咁质疑啦，然后咧佢仲要有哪怕 FA 啊，我讲紧系唔系03版后屘 FA 啊 ，FA 版嘅前半剧情已经系赶火车噶啦，但系佢赶火车都好，佢都预留一集时间去俾艾尔慢慢酝酿嗰种不安嘅情绪去爆发嘅。然后最后嗰就爆出嚟啦，然后爆阿哥啦，然后阿云尼先出嚟爆翻话，其实你阿哥
你阿哥最，你阿哥一路想一路想问你又唔敢问你嘅，唔系呢样嘢啊，死蠢咁样，点会有人会牺牲自己条命去练个虚构嘅灵魂出嚟嘅戇鳩啊咁样？咁佢先咁先要去解决咗个问题噶嘛？咁咁呢个而家呢个呢、這个真人版呢个系点样咧？呢、這个真人版呢个就好好笑噶啦。点解啊？因为啊呢一段本身系去完第五研究所见完两副，即出咗嗰两副甲，然后先至发生呢一段事噶嘛。系呢度就好笑啦。我有绝命求其讲两句，绝命求其讲两句，跟住之后佢哋咧。然后咧就俾阿绝命点咗去揾第五研究所，而唔系佢哋自己走去话啊，即系唔系因为佢哋揾完阿马可医生，跟住之后就然后去图书馆，跟住揾到阿马可医生嗰堆资料，然后解读完堆资料，发现贤者之石系用人嚟做材料嘅，跟住之后先至去揾第五研究所噶嘛。佢呢度咧就求紧奇咧就无啦啦走咗个本身系。在动画定是原作都是东部司令部的一个不知 number 2定 number 3的人，然后他来了真人版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将军的，原本是不知道即是更低级过马斯丹的，然后他无法变成将军，他就说那里咯，第五研究所那里啊，跟着他来说在那里啊，那我们就去第五研究所了，跟着去到第五研究所，阿尔就无啦啦就跟爱德说我不是假的，这样什么意思啊，佢哋，唔系，最主要系佢哋系去到第五研究所嘅表面嗰一层门口，系啊，未开始查，乜都未开始查，就突然间入咗呢段戏啦，系，然后佢哋就喺第五研究所嗰个门口度打起上嚟啦，系啦，咁上演了一场非常之感人的兄弟交心啊！系呢个阿尔只手。最重要系咩？最重要系我睇完之后，我再翻去重温一番次 FA。我屌你老母，点解可以做得咁卵差嘅咧？就系咧，因为原本爱德佢嗰、那个佢嗰个情绪未去到，即系佢唔系咁激烈嘅，佢系好未到话平淡啦，但系佢系知道咗阿尔。犯啲乜嘢？然后佢系我原来阿尔系犯呢样嘢，原来佢即系佢唔系真我嘅，但系原来佢犯紧啲咁样嘅嘢嘅。跟住佢嗰一刻了解到之后，就揾阿尔，唔系系阿尔嚟揾佢啦。然后就话喂，我哋打翻场啦，好耐冇打过啦，咁样跟住就抒发咗佢嗰个情绪噶啦。跟住佢呢度系乜嘢咧？我觉得好似发捻咗癫咁样。嗯。跟住系咁喺度揼鸠阿尔，跟住之后最好笑系咩啊？最好笑系阿尔就话。阿哥你收手啦，你打唔赢我噶。咁然后，跟住就爱德咧，仲扮晒嘢咁样。我唔用右手揼你，我用左手揼你。佢话：你停手啦，你左手会废噶。系啦，跟住一路打，咁就跟住阿二就话：阿哥你唔好再打啦，我好痛啊。咁样咁，我记得系咪？FA 是没有的，但我不记得是不是有这个情节，03是不是有这个情节，我不记得了，我好像是03有这个情节， FA 一定没有，是的，因为但我记得我有看过这个情节，我是有看过的，但是肯定不是只是这个位置看过的，所以我怀疑是03的但是的但是个戏这里的气氛是很求其的，再加上因为个前因后果令到你觉得是你突然间做这个情节，然后其实你们原本是查案的嘛，你查一案变咗走去做呢个戏霸，好捻戇鳩噶嘛成件事，所以系做唔到任何情绪出嚟嘅。我系完全冇任何感动位嘅，唔好意思，我系唔得嘅。最好笑系乜嘢啊？最好笑系佢咧喺呢度打完交咧就完咗啦呢段戏。佢哋冇揾嗰个研究所噶，唔需要揾，乜嘢都冇。冇错，兄弟和解啦，我哋翻去啦，我哋翻去食饭。你哋记唔记得你哋系嚟呢度要揾第五研究所噶？系啊，结果就企喺门口度乜都冇做过，就搭车翻咗去啦。真系犀利，我觉得。拜拜，拜拜，拜拜。咁然后仲有，跟住就当然就走去呢，即系去到大哥哥大哥哥呢个大二 band 啦。咁啊，翻去见到嗰只合成兽啊！咁佢就话，跟住就话咩？我就系讨厌你呢啲咁敏锐嘅孩子啊！咁样，
嗱呢啲啊，咁啊有佢有做足嘅呢度，成个过程有做足嘅，但系咧好卵 hea 咯，唔知点解，即系佢系连咧，即系咧，我觉得无论 FA 又好定零三又好咧，佢做呢、這个做呢个戏做呢段戏嘅时候咧，都系喺个好暗嘅画面嗰度做噶嘛，系要营造气氛噶嘛，咁啊呢度咧。佢就喺一个好光灿灿、好光猛嘅地方去做，咁又再加埋前面发生咗呢堆咁嘅剧情咧，咁我就真系冇办法认真看待呢、這个二呢、這个呢呢、這个大哥哥二 friend 嘅，系啦，同埋即系咧个感觉系咩？即系由呢度我都已经好想讲嘅，其实佢同呢、這个同呢个欢迎来到本同时咧，嗰、那个创作逻辑咧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嘅，就系咧佢有个 list 咧。list 咗佢要做边啲画面出嚟啊，咁然后佢就有做嘅就 tick 一 tick 咁样咯，咁但系咧佢系放喺边个位啊？点样去点样个令到个剧情去到嗰个画面咧？佢系好似唔考虑咁样噶，吓嗰啲前因后果系唔捻使嘅。总之佢只要去到，佢只要谂办法将呢啲佢要做嘅画面塞满晒落套戏度就 OK 咯。咁我觉得大哥哥篇同埋呢个两兄弟嘈交咧，我觉得都系好体现到呢一样嘢嘅。咁样系啊，喂，最好笑系乜嘢啊？最好笑又系咧，佢系将见绝命，跟住之后同大哥哥咧，中间佢隔开咗一段时间咧，系变咗做爱德要去揾马可医生，跟住就同云眉走咗去揾马可医生，然后留低艾尔喺嗰度，跟住爱德翻嚟先至再搞大哥哥嗰一幕。你系完全唔明佢点解要咁样做咯？系。咁然后我哋分析过点解佢咁样做，因为冇咗斯卡，系冇双巴人啊嘛，冇咗斯卡咁样就冇咗爱德要离开中央嘅理由啊，系因为点解？因为本身就系绝命嗰度完咗，嗰度一完斯卡就出嚟噶啦嘛，系跟住斯卡一出嚟，佢怼冧咗阿莉娜，怼冧咗绝命，然后爱德同佢打，跟住爱德帮佢拆咗只手。就是因为咁样，爱德先至话要翻去美谢布尔去揾云尼整手，然后原本嘅剧情就系喺途中搭紧火车，喺某一个站，阿姆士堂见到马可医生，跟住之后就落车去揾马可医生，但系其实佢哋唔知道马可医生喺嗰度做紧乜嘢，佢真系咁啱纯粹喺嗰度见到嘅啫，然后去到揾到马可。去咗揾马可医生之后，先至喺佢把口得出就系话：啊，贤者之石嘅研究系我做嘅，跟住之后我收埋咗啲资料咧，就喺中央图书馆嗰度，你哋去我俾个地址你去揾啦咁样。但系我即系我就唔建议你去揾嘅。但系如果系你有呢个决意嘅话，你系可以揾到在背后嘅真相，即系讲紧国土炼成阵啊嗰堆嘢，人造人嗰堆嘢咁样啦。咁应该系咁样噶嘛。咁然后我得翻去揾资料之后，先至揾到第五研究所嗰堆嘢嘅啫嘛。但系佢呢度因为冇咗斯卡咧，咁然后佢就夹硬咧就变咗做阿姨喺度俾佢研究啦，咁样跟住就我得就走咗去揾马可医生咯。咁但系因为佢主要系乜嘢？佢主要系喺邪教事件，因为爱德已经整伤咗只手啦，喂，整到坏咗啦，只机械，所以云尼已经嚟咗咯。佢又冇咗翻去里谢布尔去揾云尼整手呢样嘢咯。咁佢变咗做云尼同爱德走去揾马可医生咯，系完全成件事系黐紧晒线嘅，系黐紧晒线嘅。佢成个铺排呢个大哥哥篇呢一度系，又仲要见马可医生系顺便见埋赖斯代噶嘛？系啊，但系原本赖斯代应该系喺第五研究所嗰阵时先第一次出场，即系第一次喺爱德面前出场啦。系应该咁样喺爱德同马斯丹面前出场系嗰次咯。之前先系一路系马斯丹条僆同佢有交流有交集嘅啫嘛。又或者系应该是马可医生见完爱德，俾完个地址爱德，佢回到屋企，赖斯代就已经喺度啦。就见到赖斯代，系系。咁但系佢而家就变咗做乜嘢？变咗系爱德去揾马可医生嗰阵时候，夜晚无啦啦赖斯代就出嚟。哎呀，我揾到你啦，马可咁样。哎呀，阿降个僆仔都喺度啊，你唔好喐啊！跟住就佢真系唔系喐，佢真系唔喐喎。系。然后佢俾赖斯代两只指甲夹住嘅时候咧。咁就眼睁睁望住马可医生就俾阿赖斯代做低嘅，系啦，佢系唔谂住做任何嘢嘅，系啦，咁系啦，咁马可医生就直头死紧埋添喎，喺呢度，
好嘢。系，唔系我记得，因为漫画定动画系俾人强行带走噶嘛，佢系。佢系俾赖斯特带走咗，咁跟住之后阿斯卡去集好后噶啦，嗰度卅零、廿零、卅集左右噶啦，即系阿斯卡先烂住面咁出翻嚟噶嘛。系咪？啊，唔系廿零集啦，廿零集啦，廿二到啦 ，FA 嘅话，咁上下即系马先生去第三研究所嗰阵时候，阿斯卡又去埋第三研究所，跟住就喺嗰度救走咗佢嘅阿斯卡。咁呢啲后话啦，系咁好笑啦。咁跟住之后第五研究所咁样啦。咁但系最好笑嘅系乜嘢咧？佢将呢一堆嘢搞到乱七八糟之后，系搞到乱七八糟之后，去到收支篇，即系去到收支死嗰度。收支之死嘅，哇！个收支个收个改动又真系要讲一讲啊，大佬！哇，几犀利啊！最犀利系乜嘢啊？最犀利就系、是，即系你一见到收支嗰家人，就发觉又少咗个人嘅。系啦，冇少到个女喺老母个肚度啊，仲系塞咗落去个老母。咁究竟咁真系仲喺老母个西度啊？唔系讲笑。究竟做乜嘢咧？就系首先收支一家人咧，阿女咧就变咗未出世。系啊，即系，唔系啊，边度咧？因为咧，修之咧呢、這个角色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好爸爸、好前辈咁嘅角色嘅。咁所以个女咧，都系一个即系嗰个女，即系好锡个女嘅一个爸爸嚟嘅。咁呢一个系嗰个角色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系啦，但佢就定系保留咗，仲喺老婆，即系个女，仲喺老婆个閪度嗰个部分咯。系，之后就冇捻咗啦。同埋佢。咁呢会有啲咩影响呢？就系、是、你对嗰、那个，你对收支嗰个感情咧，系会大打折扣嘅。再加上呢啲，再加上呢套戏嗰啲唔嗲唔屌嘅咩咧，嘅处理手法咧，咁咧我睇，然之后再配合佢天才嘅嗰个处理收支之死嘅，即系佢自己加咗一啲嘢咧，咁成个嗰、那个即系收支之嗰个电话亭咧。其实喺壮年嘅早期嚟讲咧，都同大哥哥事件一样，都系几震撼同埋几重要嘅事件嚟嘅。齐名嘅名言咧，系啦，佢竟然可以处理得咁卵好笑。系啊，咁其实大致系差唔多嘅啫，个电话亭事件。唔系佢前面嗰堆垃圾铺排，我都觉得好卵戇鳩噶啦。系即系，但系嗰堆就纯粹烂咯，冇笑咯。即系爱德走去搵第二个手搵唔到，跟住就收支无啦走入嚟就。首先介绍咗阿罗斯俾佢话，呢个我条僆啊，跟住就但系你知啦，因为本身罗斯系阿姆士堂条僆嚟噶嘛，系啊，咁因为阿姆士堂消失咗咧，就变咗收支条僆，系啊，咁然后咧佢就话，呢个我条僆佢叫罗斯啊，佢会帮你哋揾嘢噶啦，咁然后就去揾第五研究所嗰啲咁样啦，跟住揾唔到啦，后屘就揾唔到，揾极都揾唔到，然后阿修兹就你系两兄弟。靠下我哋啦，跟住我哋系朋友，跟住就系本冇讲嗰啲咁嘅嘢，收支唔讲啲咁嘅嘢，即系收支会话你哋应该依赖下啲大人，但系唔会讲咩。系呢个系罗呢个系罗斯讲嘅，佢又留翻个罗斯喺度，但系罗斯系唔系用嚟做呢啲剧情嘅咯。罗斯纯粹企喺隔篱嘅啫。系啦，咁啊留个罗斯喺度系唔知做乜鸠嘅。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哋揾完一大轮，然后就系啱啱我咁讲啦，就有个。就有个将军无啦啦走出嚟，跟住之后即原本系一个二打，又未到二打碌嘅，即系一个唔系好高级嘅人，就变咗做将军，就走出嚟啊！第五研究所呢度咯，咁样咁跟住就爱德佢哋就走咗去揾啦，跟住就嗰个兄弟闹交啦，兄弟闹交翻嚟咧，乜都冇揾过嘅，就话冇嘢揾到啦，咁样。咁然后最好笑就系乜嘢？最好笑就是明明两兄弟冇嘢揾到翻嚟，然后咧佢照继续做落去，佢照继续做咧，因为贤者之石系用人嚟做材料呢样嘢咧，佢哋系唔需要揾资料噶。系点解唔需要揾资料啊？因为赖斯台讲咗俾佢听啦，喺马可医生嗰度。系啊，好卵犀利噶。系本身咁然后咧，本身佢哋喺呢度，本身爱德佢哋喺图书馆度睇咗好多资料先揾到呢个结论出嚟啊。咁跟住之后就系点样？跟住之后就系阿修之冇喺我，即系喺第五研究所乜柒嘢都冇。咁跟住之后，但系净系咁样咧，阿修之咧就已经
再听一听咩话？你话里奥尔嗰度有暴动，咁然后无啦啦收支就可以暴动人贤者之石咩话？竟然系咁样嘅一件事。系啊，突然间就喺度喺幅地图度画线啦，就画咗个炼成阵出嚟咯，就画咗个国土炼成阵出嚟。顶你个肺！你前面可以乜柒嘢都冇做过咁滞。即正常要有的铺排他几乎全部没有做过，因为本身这里是说我觉得他们拆解了马可那份资料，然后找到是贤者之石的材料是用人，跟着之后他们去第五研究所见到炼成，见到贤者之石的炼成阵，跟着见到两副甲，然后带了这些资料，跟着再见赖斯代他们，然后带了这些资料回去去给修枝。在医院的时候见修枝看过这些资料，他才知道有炼成阵这回事的嘛，他才会想到这件事的嘛。对的，然后他再听完暴动这件事，他才察觉到是将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就会是一件这样的事。但他这里是没有，即你一来他没有跟修枝讲过，二来是第五研究所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做过的。跟住之后咁，然后大修之就突然间唔知做乜嘢，可以突然间就连埋晒所有嘢埋一齐，跟住变咗做个就谂到国土炼成阵出嚟。大佬佢唔系炼金术师嚟噶，佢点会知呢嚿嘢系炼成阵啊？喂，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系我哋头先话伊修巴尔内乱，佢冇乜点做过嘅，即系佢冇乜点提过一两句啦嘛。系最重要就系本身修之就系喺度，佢加埋伊修巴尔内乱嘅经验喺入边，佢先至一下察觉到。动乱和伊修巴尔内乱是同一样东西的，现在的发生，即是现在发生的暴动，然后伊修巴尔内乱是用来做炼成贤者之石，然后他才想到，是的，现在的暴动是不是就是想乘机拿来整贤者之石呢？这样然后才串在一起的嘛。那伊修巴尔内乱没了的时候，但是他又可以突然间一下子就跳到去现在 的不同地方的暴动是一个阴谋来的，这样那就奇怪了。真系天才啦，纯真系天才咯，冇任何线索，自己斋谂出嚟咯。喂，系啊，劲咯。咁跟住之后好啦，就去到咁，然后发现咗嗰一下，赖斯代就嚟揾佢噶啦嘛。系啊，系啊，咁赖斯代嚟揾佢呢个冇问题嘅，系 OK 嘅，呢个冇问题嘅，佢照做翻嘅啫。佢照做翻，咁后面就好笑啦，出到去电话亭，出到去电话亭就好笑啦。咁点解咧？咁你见到有罗斯少尉，就知道佢一定系做电话亭嗰度噶啦。因为电话亭嗰幕就有好出名嘅，就系变罗斯少尉，跟住就话，罗斯少尉系有泪痣喺个左边眼，你一定唔系罗斯少尉。跟住就你咁醒嘅咁样，跟住就安比就变真身咯。就系啦，再变过咁样噶嘛，咁然后佢呢度就好笑啦，佢冇变到罗斯小威，佢变咗马士丹，佢变咗马士丹攞住支枪指住佢，指住手指，跟住最好笑系乜嘢？最好笑佢为咗做翻咧，佢话咩后面有，即系因为原本漫画或者动画咧系。捉咗阿罗斯翻去，即系宪兵捉咗罗斯翻去之后就话有目击情报话你杀咗修枝嘅，系你有目击情报话你喺修枝死亡嘅现场嗰度嘅，咁样。咁其实咧呢个一个好捻致命嘅漏洞。唔系咁原本宪兵团即系你漫画嗰度佢系为咗造鸠罗斯噶嘛，即系罗斯根本唔系个独大，然后佢话有目击情报咁样，咁其实系为咗造鸠佢先至咁讲噶嘛。系。咁然后佢呢度咧就唔知系咪当咗咧，嗰佢话有目击情报嗰样嘢系真咧，佢整咗两个路人喺下面行过。系。但系嗰两个路人行过嘅时候咧，阿安比咧系由马斯丹变咗做收支老婆。然后再变翻马斯丹，然后再变翻马斯丹，跟住嗰两个路人先至喺后面路过。系，咁然后系乜嘢啊？咁即系嗰两个路人就睇紧住阿安比你变身嘅。系，因为嗰、那个、那个电话亭系冇遮冇掩啊，佢冇可能睇唔到啊，佢行过嚟嗰个过程。系啦，咁即系嗰两个路人咧就睇紧住你变身嘅。
然后你就变，你就用佢老用修兹老婆个样杀咗修兹之后，跟住之后再变马斯丹想教和俾马斯丹嘅时候，咁其实嗰两个路人咧就知道你做紧乜嘢嘅。咁当然你可以话你之后杀咗嗰两个路人啦，咁你冇讲到我知道，但系佢有讲过话根据路人嘅目击情报嘛，佢有讲过噶。咁但系嗰两个路人系冇讲到话嗰条友系曾经变过做女人咯，然后就直接跳咗个结论就系嗰个系马斯丹咯。同埋我觉得你打俾马斯丹啊嘛，系啊，咁样就代表马斯丹其实喺个司令部度噶啦，咁咪有呢个不在场证据，有电话记录噶嘛，系咯，咁你嗰个接线嗰条女要知道马斯丹系喺个军部先会咁样打俾佢噶嘛，系啊，先会咁样转俾佢噶嘛。咁咪有不在场证据咯，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啫？佢系要嗰条友喺度，我先可以转俾佢噶嘛，仆街！佢唔系喺度咁样转，唔系佢有嗰个话要讲，要确认咗喺度，然后你要讲埋密码 confirm 晒先帮你转过去噶嘛。所以你一转得就好撚醒啊，即系跟翻原作咁样啊。啊唔系，喂，咩啊？讲乜嘢啊？你喺边啊？佢仲有一两句啊！阿马斯丹问佢：你讲乜嘢啊？即系个电话就有通过。系咯，咁啊，即系有不在场证据咯，屌你老尾，做乜卵嘢啫？所以系劲卵尴尬，我睇到呢度我已经觉得戆鸠，佢改咧都唔卵谂下啱唔啱嘅啲嘢，又得噶啦，我哋咁卵醒冇问题噶啦。即系佢改马斯丹咧，佢要搬翻原本嗰啲嘢，但系佢又唔谂咁样照搬会唔会有啲唔合理嘅位喎？所以是很撚弱智，好撚弱智。咁跟住之後咧，跟住之後最好笑係咩？之後最好笑就係愛德就突然間咧就俾人捉走咗咯，即係俾憲兵團帶走咗咯。咁原來俾憲兵團帶走咗之後咧，啊見到阿福艾中尉又俾人帶咗入嚟呢度。阿福艾中尉你做乜喺度啊？冇啊，大佐佢俾人懷疑佢殺咗修茲啊，修茲中座咁樣嚇，修茲中座死咗，係愛德呢個時候先知道。Okay 啊、跟住之后，佢哋两个就俾人困住咗，然后就偷走咯。系啦，跟住偷走之后就话：我哋要搵大佐啊！咁咧，咁咧，然后就好笑啦。跟住之后就话大佐，因为大佐唔见咗，宪兵团捉佢唔到，所以先捉住福艾同爱德，就谂住话呢两条友咧一定会去搵马斯丹嘅，所以我哋要捉住佢咁样。其实你唔系应该要。等佢哋，你唔系做你咩？应该其实你应该系等佢哋放佢哋自由下活动，跟住咁佢哋咪自然会俾带你去马斯丹嗰度咯。点解你会捉住佢哋咧？唔知道，然后仲要俾佢哋偷走到，你俾佢哋偷走到，即系你监视唔到佢咯，即系你监视唔到佢哋两个去咗边咯。系啊，好卵犀利嘅，好卵犀利嘅条桥系，啲逻辑真系，唔系即系同埋以概念入边嘅。軍方的行動來說呢，其實是拿他們來做你是合理很多的，因為大總統是喜歡用這種手段的，玩情報戰和引一些東西出來，他是喜歡這樣玩的嘛。是啊是啊，那就屌你做了那就 OK 了，那就跟他走了去了，他走了去了，然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然後就好笑了，那馬斯丹無緣無故在隧道那裡走著路，然後走著走著就看到羅斯少尉帶了整隊人在那裡，马斯丹大佐，你冇得走噶啦！你而家杀咗，你杀咗修兹中佐，你走唔甩噶啦！咁样啦，跟住就佢嚟到呢度咧，佢嚟到呢度啊，先至做嗰、那个，就变咗做马斯丹讲啊，就变咗做马斯丹话，你唔系罗斯少尉，咩唔系罗斯少尉？我就系马里亚罗斯咁样，罗斯少尉喺第二度，有粒马喺度，粒马错。咁跟住之後就變咗，就變翻做安比咁樣。咁最好笑係乜嘢？變翻做安比，然後賴斯代同貴杜尼喺隔離行出嚟，但係佢後面嗰班兵咧仍然係跟住佢哋嘅。南哥就話：咁我唔使問啦。動畫聽到佢聽到修茲死訊嘅嗰個感情，呢套戲會應該表現唔到出嚟啦。係唔需要問嘅，梗係表現唔到啦。係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咧。然后呢个时候，爱德同福亚咧就讲到嚟啦。系，跟住佢就喺
喺呢個乜都唔知嘅愛德華面前鑑啊，係未變翻歐美嘅，未變翻歐美嘅呢個時候，係跟住鑑山燒死咗啊，就燒咗阿羅斯啊，跟住就阿羅斯就燒下燒下先要變翻做安比嘅，即系咧佢又要做翻咧阿馬斯丹整條假屍，跟住燒阿羅斯嗰一幕出嚟喎。咁但系佢又唔谂下前后逻辑嗰啲关系啊，然后就搞到一塌糊涂咯。佢好似咧就系、是、话啊呢幕啊马斯丹好有型啊，我决定做呢幕咁样。讲咧，仲要咧嗰张螺丝俾人烧嘅时候咧，佢隔篱左右啲宪兵啊睇捻住螺丝俾人烧，都唔谂住开枪阻止马斯丹咯。正常人见到呢件事系咪应该会阻止啊？啊睇住自己个上司俾人 BBQ 啊？咩剧情嚟啊？跟住罗斯变翻做安比，佢哋都系冇反应噶。然后赖斯道同贵道尼行出嚟，佢哋都系冇反应噶。系啊，直到阿贵道尼擘开个口，系直到阿贵道尼擘开个口话要食晒嗰堆兵嘅时候，佢哋先至有反应啫嘛。系另外一提，贵道尼擘开个口行嗰下，大家一定系要去睇嘅嗰一幕，系好捻可爱噶。咁跟住咁，大家要记住呢度，马斯丹喺度烧咗安比一次。好紧要啊！好紧要啊！好严波，好紧要啊！好严波腾，好严波腾喺呢度烧咗一次，系啊。咁跟住之后咁啊勾 up 咗一轮嘢啦，好无谓嘅讲啲嘢。唔系咁，仲有啊，仲有嘅呢度，阿赖斯代同阿贵道尼出现之后，咁阿马斯丹突然间乜捻都知道，就话佢哋就系传说中嘅人造人。点解你会知嘅？唔系咁，马斯丹都系炼金术师嚟嘅，佢见到个。世界蛇那個紋身，紋身咁佢咪知咯，應該係咁啦嚇，因為係咯，應該係啦。但原作係睇完好多資料先知道有，因為人造人一路都係傳說中嘅東西嚟噶嘛，佢哋係直到睇曬資料之後先 confirm 到佢哋呢班友其實真係人造人嚟噶嘛。不過 anyway 啦，係最中意啦。咁總之就係人造人啦。然後安比同賴斯代就走佬啦，愛德同啊。阿馬斯丹就追啦，咁點解追下佢哋兩個可以分頭兩路嘅？咁原來愛德咧唔知點解就追咗去個地下好大嘅地方啦。然後呢個時候咧，佢就見到一個唔應該喺度出現嘅人物啊。係邊個咧？冇錯啊，就係、是、絕命的煉金術師大哥哥嘅大哥哥兇手，係阿老豆啊！我老豆就揦埋阿雲尼過嚟啊！咁又咧，阿老豆就話咧：，哼，你細佬啊！同你條女已經俾我捉住咗喺度啦，嚇咩話？阿姨俾你捉住咗，冇錯。點解一直唔見咗阿姨呢？原來阿姨喺不知不覺間俾佢捉走咗。係，問我點解啊？救命啊！一個研究生命嘅文職嘅煉金術師，竟然可以救一個盔甲老大。係佢打佢個國家煉金術師嘅資格，唔係用戰鬥攞翻嚟。唔系爱德啊，大佬，佢系研究型嘅炼金术师嚟嘅，吓、啊、咁，但系佢就整屈到，佢就可以激到呢个艾尔咯，劲啊，劲！哦，好啊，我俾你激到咗，你点样拖佢过嚟？讲，我俾你当你用乜捻嘢催眠术催眠咗艾尔，佢点样带佢过去？佢有合成兽，咁啊叫啲合成兽帮佢拉过去。佢嗰啲全部都垃圾嚟啊！嗰啲合成兽，全部都系嗰啲咩雀仔啊！嗰啲讲唔到嘢，劲卵细只，一啲用都冇嗰啲嘢，唔系嗰啲生物兵器。O K， 咁跟住之后咧，好卵好笑喎！跟住之后咧，然后咧，咁啊，阿妈话绝命咧就突然间开灯啦，然后后面有三条好大嘅管啦，跟住入面全部都系贤者之石嚟嘅。系。咁跟住就入面好多贤者之石之后咧。佢又话啊，呢啲贤者之石啊，可以做乜嘢都得噶啦，有咁多贤者之石，但系我对呢啲贤者之石冇兴趣。系，咁你又嚟？咁你走嚟做乜嘢？咁 OK 啦。咁但系佢之后又讲咗一堆咧，好九唔搭八嘅嘢啦，即系喺度讲咩啊！我净系想要练成啲。你话我玩弄生命？呢啲唔系玩弄。啊、你睇下佢做紧啲乜嘢啊？系啊。跟住就话我啊，军方。跟住就话咩？你都系啊！你都系练成咗你细佬灵魂喺副甲嗰度啊！你同我冇分别嘅。跟住讲埋晒啲咁嘅九唔搭八嘅嘢啦。咁跟住之后咧，然后突然间佢就俾赖斯代捅死咗。系。咁然后喺佢死嘅嗰一刻都为止咧，你都系唔知道咧，佢究竟
绑阿艾尔同云尼落嚟呢度系想做啲乜嘢？系佢冇讲过，佢冇讲过，然后就死咗啦。应该话佢嘥咗好多时间喺度讲咩咩换，即系喺度讲。你凭咩话佢玩弄生命咁啊？咁系啊系啊，讲呢啲咁样嘅嘢啦，跟住就咪最最系佢指住啲贤者之石话：贤者之石，我冇兴趣啊！咁样系，咁你即刻你嚟咗做乜鸠嘢咁样？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佢死咗咯。然后赖斯代，咁赖斯代又走出嚟讲：哎呀，我咩咩咩啊？佢赖斯代讲咩话？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唔系阿定系将军出咗嚟先噶？唔系赖斯代出咗嚟先嘅，赖斯代怼死咗绝命，跟住佢讲咗啲嘢，阿将军先走出嚟嘅。佢话要好似要回收啲贤者之石咁样。系，跟住嗰个将军咧，即系前面我哋提嗰个点啊，我觉得佢第五研究所嗰个将军就行出嚟啦。系，佢行出嚟，跟住就话呢啲贤者之石系我嘅咁样，跟住就阿赖斯代就同个将军讲：我哋话俾你听，啲贤者之石喺度啫，我哋冇教过你点用佢。跟住之后个将军就话：我使你教咁样，有呢啲贤者之石啊！跟住之后佢就再拍一下手指，又着灯。系咁，然后就见到天花板咧，全部都系嗰啲练成失败嗰啲单眼佬，白色嗰啲单眼仔，单眼人造人。系啦，咁喺漫画同埋 FA 入面都系去到第三研究所，即系马斯丹佢哋入第三研究所嗰阵时先至第一次出场嘅啫。03系咪再早啲啊？我记得。应该系，同埋做，同埋话有军方想当佢哋系兵器咁用，都系03剧情嚟嘅。系啦，咁 FA 初期系冇呢样嘢噶嘛，即系佢哋系俾人掉咗喺嗰度嘅啫嘛。系，同埋拖啊拖，同埋绑架艾尔去做某啲事呢个桥段都系03版嘅，即系绝命绑架艾尔呢个都系03剧情嚟嘅。不过佢扭到更加戇鳩啦吓，佢扭到件事更加戇鳩。跟住嗰啲单眼仔，我觉得动画好似唔系单眼嘅咁，但系呢堆嘢真系攞嚟当军队用，系去到 FA 最后约定之日嗰阵时先至有呢样嘢出现噶嘛。系，咁然后佢呢度就而家嗰个将军就话，就无啦啦走出嚟就话，我啊用啲贤呢啲士兵啊唔怕痛唔会死啊。我用啲贤者之石啊，练成啲灵魂俾佢哋，咁我就可以有一个无敌嘅军队啊！到时我统领成个阿美斯特利亚，都唔系梦啊！系咁好啦，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练成咗灵魂俾佢哋，咁佢哋仲怕唔怕痛咧？系，同埋会唔会听你讲？系啊，咁 OK 啦，咁佢话点就点咯，咁跟住之后赖斯特佢哋就走咯咯，啊未走咯，咁啊赖斯特睇下你有咩玩啲咩啊？咁跟住就佢就话，觉得我用呢度啲贤者之石练成啲灵魂俾佢哋啦。跟住就真系佢话练成咗啲灵魂俾佢哋啊。咁但系其实实际做出嚟咪即系 FA 入边嗰堆失败品咁样啫嘛。系啦。咁但系嗰堆失败品都系冇灵魂噶嘛，净系识得哇，跟住就咬人咁样噶啦嘛。咁然后个将军练成完之后就俾啲单眼仔咬死咗啦。然后导演就巴闭啦。嗱，大家可以睇下呢两张 cap 图。呢、这个嗰种嗰啲 白色人仔嗰种光滑同埋嗰种光滑嘅质感，同埋嗰个成扎汹涌过人咬你嗰样嘢咧，呢、这个导演系觉得系可以用丧尸片嘅方式嚟去拍呢扎人仔咯，系啊，唔系仲要丧尸片嘅呢度都唔似喎，即系佢咬瓜咗嗰个将军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当阿福乃去面对佢哋嘅时候，佢走去 call 僆去帮拖啦。佢同啲僆讲咩啊？呢班人嘅弱点就系、是、打爆佢哋个头。唔系啊，系首先马斯丹同福艾嚟到都一样嚟到呢个地下，跟住见到呢堆嘢，跟住马斯丹挞佢哋几下，唔系好有用，跟住挞唔知咩挞中咗个头。系，跟住之后嗰只嘢就死咗啦。跟住佢就同福艾讲：福艾个头啊，弱点是头。系，跟住就。咁然后福艾就系收到，跟住就话阿白先生就话你出去揾到人搞掉呢班嘢，跟住就我去追人做人咁样。系啊。咁而阿赖斯代呢个时候咧，就已经系就叫阿贵道嚟，贵道嚟食晒佢哋啦咁样，唔使客气啊咁样。咁而赖斯代就走咗嘅，咁阿马斯丹就追佢出去啦。咁然后阿尔同阿爱德阿尔同埋云尼喺度就即系又搞啲冷感动嘅戏啦，但系你咁然后爱德就话，因为阿尔未喐到住嘅。
咁然後咧，阿愛德就好笑啦，佢啊練成咗棟閘，即係練成咗啲柱啊，啲圍欄喺度就唔俾啲嘢行過嚟，跟住就趁呢個時候就幫阿艾爾整喐翻艾爾咁樣啦，咁樣。咁跟住你望下啲柱，你望下嗰啲柱，佢嗰圍欄嗰中間個空隙，你同我講堆嘢入唔到嚟，可以攝到入嚟嘅，啲人仔打側個身就入到嚟嘅，你明唔明啊？可唔可以認真點？可唔可以認真啲？系啦，咁跟住就搞一轮嘢啦。咁我得喺呢度搞紧嘅时候咧，咁就讲啊，一边啦，福艾咧就喺出边咧，就喺度射打呢堆丧尸咁样样啦。咁最好笑咧，呢度又系一个吐槽嘅点嚟嘅。首先，马斯丹喺出边俾人通缉紧，福艾系最接近马斯丹嘅人，所以先至话要锁住佢啊嘛。系啊，咁然后福艾偷走咗。福艾偷走咗出嚟，跟住之后，然后佢而家就可以领一队兵走去打丧尸。系啊，而家虽然俾人通缉紧，但系啲丧尸将会攻击。如果我哋唔去消灭呢班丧尸嘅话，我哋嘅市民就会受伤。你信唔信我哋？边个信我嘅就企出嚟。信我嘅就企出嚟，然之后福艾就带住呢班军队。去打丧尸啊！屌你啦！大概系咁样。咁福艾系咪会有徒手接子弹嘅情节？冇错，系黐捻线嘅真系。咁跟住之后咁啊讲阿莱去追赖斯代啦，咁样即系追到赖斯代，安比又喺度喎。哇 ！Important 啊 ，Important 啊呢度。Important 转图先，俾大家睇睇安比个样，同埋睇埋呢个马斯丹放火嘅嗰、那个。那個特效，我記得呢度係一追到佢，即刻射咗佢哋一下，即刻燒咗佢哋一下噶嘛，有冇？係有啊有啊有啊，同埋佢燒啲人仔嗰個特效，我想先同大家探討下呢個馬斯丹嗰個放火嘅特效先。係啊係啊，我唔記得同大家講呢套嘢咧。陣間我哋會講一個好 important 嘅地方，就係呢套嘢應該要改名嘅，唔應該要鋼之煉金術師。系呢、這个阵间再呢、這个阵间讲到嘅时候再讲。咁大家你有冇可以望啊？马斯丹系火枪的炼金术师，佢系喷火的炼金术师，或者火枪的炼金术师。佢唔系焰之炼金术师，佢就唔系焰之炼金术师。点解咧？因为成套戏咧，佢都唔系挞手指嘅，佢系咧将只手指公放喺只食指上面，跟住之后好用力咁样怼出去。系，咁然后咧，佢只手套嗰度咧就有啲。就喷条火柱，就一条直线嘅火柱喷出嚟。呢个就系喺呢套戏入面嘅马斯丹嘅炼金术，系啦，又名火枪的炼金术师。因为咧，漫画嗰边系有讲过话，佢系嗰只布摩擦个火花，然后用炼成阵放大 M 倍，所以。將個火花放大 M 倍，所以其實理論上佢做出嚟嗰樣嘢就係爆炸嚟，係爆炸嚟噶嘛？係啊，咁但係依個火槍係咩一回事咧？係啊，所以佢係火槍的練。我覺得我福艾老豆咁辛苦研究個煉成真，就係研究個火槍出嚟，係啊，就係、是、然後俾馬斯丹繼承咗。係啦，原來係要嚟。原来是要来我妈卡车的时候喷我的拖罗度用的。我屌你咩？屌你连嗰、那个嗰嚿嘢个特效应该要点做都唔捻识嘅导演，你做乜捻嘢啊？佢系咪想俾心心？系韩式嗰只心心啊？系韩式嘅心心，姜涛啊？系啊，姜涛嗰只心心。姜涛。系啊，咁但系就会喷火柱。系咯。系啊，生下气咯。跟住仲有左上角的安比，喂唔系，我而家望翻咧，日文维基写不死的军团，系佢写，即使被破坏头部都不会死啊，系啊，所以啊，需要啊一击完全破坏身体啊，先至可以击倒佢哋啊，系啊，所以系得马斯丹先杀得死佢哋，因为佢系可以彻，佢要彻底烧到佢哋冇晒啊嘛，系啊，或者系斯卡咯。斯卡系破坏佢哋身体啊嘛，嗰时就系话，系啊，所以原作系爆头都唔会死嘅，而家就变咗爆头都死咗，仲唔系丧尸？扑街当系丧尸咁拍，其实系火焰，系火焰或者系空气嘅，系控制空气嘅炼金术咯。系啊，
但佢而家变咗火枪咯，冚家铲。火枪都炼金术师啊嘛，佢而家变咗做。系 啊，改咗噶啦，个设定唔同咗噶啦。系啊，咁又关于安比呢、這个啊，海豚系咪想分享一下对佢嘅喜爱啊？你想？佢因为安比本身就好多嗰个厌胜嘅表情，系同埋佢唔适合佢有少少好似大陆嗰个非主流咁样嘅长发啊。系。同埋佢嗰个厌胜嘅表情，因为完全系唔捻夹嘅。然後佢喺即系安比其中嘅表現咧，佢每次都係掉頭走。係掉頭走嗰個動作係似啲乜嘢咧？佢又似有啲人提佢做漏咗啲乜嘢。係。然之後話咩？即係可能你做廚師，跟住你喺後樓後巷食煙，然之後同事同你講未食火，你要嗱，跟住但係啲嘢就嚟燶，跟住你就即刻轉身跑步啊嘛。佢做咗几次呢个动作，劲捻好笑，成个效果。安比系应该正面屌鸠你，跟住打鸠你嗰啲嚟噶嘛？弱，即系佢系转身跑走咗两次，劲捻好笑两次都。唔系或者系串鸠你先啦，即系安比最叻嘅就系嘴遁啊嘛，其实。系啊，但系呢度就变成咗一个一见到人就掉头走嘅人。至于成日都掉头走咯，掉头咗两次咯。两次 ，twice。但系嗰两次就已经足够佢成名。但系原来呢个导演啊系好细心噶。点解佢两次都要走佬咧？系有原因噶。系啦，唔系咁跟住，咁跟住之后，阿马斯丹都要追到嘅时候咧，佢又挞咗阿安比一下。系啦，阿安比又死多咗一次。跟住阿安比又死多咗一次啦。咁跟住之后咧，两次啊！而家呢度两次，呢度两次。咁然后咧，阿马斯丹就企喺度同阿就无啦啦自我介绍啦。嗱、啊、咧，我哋就系人造人，无啦啦掹开自己心口须，有粒贤者之石。无啦啦掹开心口就同阿马先生讲：嗱、啊，我哋咧就有粒贤者之石喺度嘅，你咧唔搞掂我哋粒贤者之石咧，就冇可能打赢我哋嘅。我哋只要有贤者之石，就可以无限再生。跟住之后就塞翻粒贤者之石入去。我个心谂，如果我系马斯丹嘅话，我见你一讲，你话你有贤，我哋有贤者之石，你打唔赢，我嗰时已经挞捻咗你一下啦。咁但系马斯丹系冇咁做嘅，佢就企喺度，等阿赖斯丹好慢慢讲完先，跟住就仲要又开始又伸长啲手指准备吉佢。系啦，咁佢哋就变咗埲墙出嚟挡住啦。然后咧喺冇任何根据之下咧，佢两个喺度勾噏咧就勾噏咗人造人个弱点出嚟。系啦，咁然后阿赖斯丹讲完嘢嗰时系想怼啦马斯丹嘅，然后艾德就出嚟救场啦，即系艾德终于搞掂地下嗰堆嘢，同阿艾尔讲完啦。讲完一堆好无谓地，好似有啲感动，但一啲都唔感动嘅嘢之后，咁翻上嚟就救阿马斯丹啦。咁然后咧，佢艾德就练成咗埲墙，咁啊，阿赖斯代喺出面点样怼咧，就怼几多怼唔烂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佢哋，咁然后咧最好笑就系乜嘢？咁啊，赖斯代继续喺度废噏啦。然后阿艾德就同阿马斯丹匿喺埲墙下边，就开始喺度默默斟咯。喂，佢哋企喺度倾嘢倾咁耐，佢喺度讲嘢讲咁耐做乜嘢啊？哎，我知啦。艾德就话我知啦，佢哋咪话有贤者之石就可以再生嘅，但系你睇下安比，佢企喺度企咁耐啊，都仲系扯紧虾，扯紧虾，佢应该系唔够命啦，佢粒贤者之石应该就嚟冇噶啦，我哋只要打多佢啊，佢应该就死，佢得翻一条命啦，咁样。系个问号？问号？嗱。我 remind 翻大家，我 remind 翻大家喺呢套戏入边，安比死咗两次啫，佢就已经冇命啦。咁跟住，唔系最主要系，我觉得系凭空讲呢堆嘢出嚟噶，系冇根据，冇任何根据，因为佢又唔知，佢嗰阵净系知道贤者之石，佢系完全唔知贤者之石嘅特性系乜嘢噶嘛。但佢就可以勾噏到话啊，你哋系要用人类嘅灵魂，咁所以咧每次你重生咧就会消耗能源，咁所以咧你哋系会限，你哋嘅生命系有限嘅，系有限次数嘅。吓、啊，屌你咁样勾噏到个咁紧要嘅设定出嚟，原本漫画点解佢哋摸咗几耐先知道有呢样嘢啊？大佬，即系原本系佢哋要喺嗰个教主嗰粒。不完整的贤者之石啦，跟住马可医生跟他哋讲嗰堆嘢啦，跟住就佢哋再去实际打过人造人啦，佢哋加埋贤之，加埋阿马斯丹实际试验过一次，先知道其实系疯狂杀先杀得死啊嘛。
系啦，系有，跟住之后佢哋先知道系贤者之石系有一个限度嘅，你用到某一个位佢就会烂噶。咁人造人嗰粒贤者之石都应该系一样嘅，咁样噶嘛。系，即系佢哋系有一层一层咁样推进上去，先至知道呢样嘢噶嘛。佢呢度唔系啊，爱德突然间就凭空啊，我知道啦，佢哋一定再生咧就系要用贤者之石嘅能量。咁咧，嗱，你而家睇下安比而家条捻样。佢再生得咁慢啊！而家打咗咁耐都唔肯行上嚟喎，佢肯定佢又佢成个样准备走啊！即系佢就嚟死啦，佢冇命噶啦，我哋可以杀到佢啊！我一听完佢哋咁讲，就即刻掉头走，然之后俾个铁丝网拦住咗，走唔到。跟住佢谂住爬嘅时候，就俾呢个马斯坦烧死咗。系，安比就系、是、安比就系咁样死紧咗。表面上死咗啦，咁佢后面仲即系后面佢有变翻嗰只蜥蜴仔走佬嘅，咁但系冇啦，你个形象冇晒啦。唔系，但系最好笑就系、是、佢真系安比好，安比真系匿喺奈斯奈后面，跟住就喺度扯晒虾咁样攬，即系揞晒膊头，嘿嘿嘿咁样，跟住就爱德就夹个喺埲墙度夹个头出嚟，你呀、啊、扯晒虾咁样，你一定系冇命啦，得翻一条命啦。诶、哎，大壮搞掂佢咁样 ，what 咁样？跟住话安比就真系咧，即系好似俾佢哋咧，哇！屌，俾佢知道咗我而家咩情况添，走啦咁样。咁但系正常嚟讲，安比系话：，你话我冇命，你都傻嘅，我冇命，我冇命，我一早走紧咗啦，我使企喺度，我企喺度啊，阴鸠你哋啊，喺度谂紧计，跟住就应该系会讲啲咁样嘅嘢噶嘛。系。咁但係佢唔係囉，佢即刻掉头走囉，咁跟住就俾阿大壮烧到变咗炭啊，个身体好撚狼狗，咁跟住就最好笑係咩呀？呢度又係好笑，咁跟住就呢阿大壮呢跳出嚟烧到阿安美变咗炭之后呢，阿赖斯洛呢就即刻攞两隻手指嘢怼佢啦，又怼佢啦，跟住就呢咁怼完佢之后呢，阿爱德上去救啦，跟住就呢赖斯洛另一隻手指呢又怼阿爱德，就怼到阿爱，即系插住阿爱德啲衫咁样就绑咗佢喺地下啦。嗯，跟住就阿大就见到，诶、哎，条友仔走去搞爱德，我打鸠佢先。跟住就又喷火，跟住就又喷火烧一次赖斯代啦。赖斯代咧，至今为止咧，只系俾修兹杀过一次嘅啫。系，啊唔系喎，唔系啊，呢度死咗两次啊。佢前面襲擊阿馬可醫生嗰時咧，馬可醫生射咗佢一槍，佢話中咗一條命，中咗佢話係兩條，佢話用咗我一條命，係兩次，兩次，好撚化學㗎佢哋，係啊，咁跟住之後咧，阿馬斯丹一見到，哦，佢條戇鳩唔搞喎，搞愛德，跟住燒佢一下，然後咧燒咗一下之後咧，再生緊嗰時咧，佢又繼續燒，跟住再燒，佢好想做翻第三研究所，懟啦馬斯丹嗰一幕，係殺到你死為止嗰下啦，咁但係咧。最惨嘅系乜嘢？最惨嘅就系呢个大座，头先都话啦，佢做嘅动作咧，永远就系将只拇指，将只手指公放喺只食指上面，然后好用力咁样拉去后面，跟住再好用力咁样怼出去，然后就有啲火喷出嚟啦。系啊，咁而咧佢就系不停做呢个动作，好用力拉后，好用力怼出去，好用力拉后，好用力怼出去，跟住之后仲要系咩咧？仲要冇晒挞手指嗰啲啪啪嗰啲挞挞声。系，咁然后咧就公道啲啦。因为我其实又听都好捻清楚，佢系有时有，有时冇。系啊，佢有时有，有时冇嘅。系，但真系好捻细声，所以你好多系要好细心嘅人，即系好似我咁样先听到。但系个演员系冇做个挞手指嘅动作咯。诶，就应该冇嘅。系冇嘅。咁然后就佢就用支火枪就夹。咁样就烧死咗赖斯代啦。系啊。跟住好似掹咗，然后就掹咗佢心口粒贤者之石出嚟，跟住就瓜咗咁样。但我记得原本系掹贤者之石系唔会死嘅，佢系会再炼，即系佢系会沿住粒贤者之石，然后再炼成翻自己成个身体出嚟嘅。咁啊，但系 anyway 啦，咁既然嗰啲白色人仔都可以俾佢搞到变咗丧尸咧，咁我觉得呢啲设定我都唔捻想深究佢啦。系啦，系啊。咁然后就。咁又拎咗粒贤者之石啦，跟住呢个时候阿二佢哋就终于都上翻嚟啦。咁啊，我觉得咧就攞咗粒贤者之石，阿二系贤者之石啊。
啊，唔係我好似漏咗，但係佢係亦都係跳劇情跳得好勁嘅，就係、是、阿姨喺呢度已經識得自己拍手練成啦，係嘛？佢呢度都有做埋嘅。有練成過咩？呢度我記得佢有拍過手嘅，係啊，我唔理。唔係佢有練成過，佢走上嚟啫。唔係啊，佢中間佢有冇打過啊？嗰樣冇啊嘛。冇打過啊？有冇記？大家唔好拗啦。哦。我即刻去睇一睇先，你繼續傾住先。係、okay, 啊，咁總之就我得攞住粒賢者之石啦。阿姨係賢者之石啊，跟住阿姨哥哥，但係佢用人造嘅喎。跟住就你想點啊，哥哥？跟住就啊，我得就拎住粒賢者之石，好啦，就拍手。跟住唔知點解，我得就去咗真理嗰度，係啦、啊。然後佢就見到阿姨啦。係。跟住之後咧，佢就因為阿導演咧，即係睇完，即係。睇過下漫畫啦，或者睇過下動畫之後，啊，我覺得有一幕好有型噶。佢咧就係、是、入去演真理嗰度，即係喺真理嗰度見到阿爾，跟住就俾就算俾真理扯翻出去，跟住就佢都打翻開洞門，就同阿爾講啊，我一定會翻嚟接你啊，阿爾放屍咁樣。啊，呢一幕一定要做好有型咁樣，即係放咗個 checklist 喺度啦。係。咁然後我覺得呢然後個真人版咧就。他無啦啦就拎起粒原石之石練成，就不知點解去咗真理嗰度，跟住見到阿爾啦，然後就做翻同一樣嘅嘢。咁但係做翻同一樣嘅嘢有乜嘢唔得咧？就係、是、咁樣。我呢度補充翻頭先講嗰樣嘢先。係。咁咧，森哥頭先係有講咧，阿爾咧係有唔用練成陣就即係嗰個帕納德嗰個技能咧，佢係唔知點解會拎到嘅。係。佢係用咗呢個帕納德技能起咗部石牆救咗愛德嘅。哦，系，因为太过支离破碎啦，所以我哋可能即系记唔到啊。系记唔到，好多位都系冇办法嘅，讲真。系 ，OK， 系咁跟住之后，讲翻呢个见到阿尔身体呢样嘢啦，咁样。咁但系最重要系乜嘢？最重要系咧，佢成套嘢咧，前面系冇交代过爱德成日要瞓觉啦。跟住就食嘢啦，食极都食得多又，但系又食极都唔高啦，咁样好即系好似唔系好够营养，但系未去到可以令到佢身体有成长咁样，嗰啲嘢系冇讲过噶，前面冇讲过呢啲噶，咁跟住就但系然后就做咗佢见到艾尔嗰样嘢咯，系即系因为原本就系佢前面有落个伏笔就系话。爱德成日要瞓觉，跟住就食嘢又要成日食，即系要成日食嘢咁样。咁然后就话啊，会唔会爱德佢食嘢嗰啲营养或者佢瞓觉补充咗嗰啲休息嗰啲，其实系会唔会去咗门嘅另一边嘅艾尔嗰度啊？咁样跟住就去到俾贵道尼食咗，然后佢哋。脱逃出嗰阵时练成阿安比嗰粒原石之石，想话开道门走佬嗰阵时，佢先至意识到系我个身体同埋我个灵魂同艾尔嘅身体系连接住嘅，咁、所以我去揾我嘅灵魂嘅时候，我会揾到艾尔嘅身体，跟住佢先至入咗去真理嗰度去见到艾尔噶嘛。系，咁跟住之后佢呢个咧系冇做过呢啲嘢。然后就无啦啦讲佢练成粒连者之石就入咗去真理嗰度见到阿尔咯，跟住就懒系有型咁样，我一定会翻嚟接你噶咁样。系啊，但系你前面冇做过任何铺陈，你斋做呢一幕系唔会令人感动噶。连者之石大捻晒咁样，喂唔得噶嘛咁样。系啦，咁跟住出翻嚟咁样，咁然后就话大做人造人呢条线咧。你要跟下去啊！为咗收支，中座唔系白死嘅。咁然后，我梗系会啦咁样。咁然后，爱德就话：阿姨，我哋踏上另一条旅程啦。咁样，我哋唔用原子石，我哋用另一个方法揾翻我哋嘅身体。咁样完，跟完咁样，系啊，完咁样。咁呢度都补充一下头先讲漏咗一样嘢啦。咁就讲述经历呢个大哥哥事件之后咧。咁呢個愛特同埋呢個阿爾就好意志消沉咁樣坐喺個噴水池隔離咁樣啦，好唔開心咁樣啦。然之後咧，巴斯丹行過去咧，
行过去屌鸠佢两个，你两个要消沉到几时啊？然之后话，跟住佢讲好系小事咁样，跟住我屌你老母，咁呢个问题系咩嚟咧？我真系屌你老母，介绍绝命俾佢两个，我又系你，依家出咗事啊！屌鸠爱德同埋阿尔嗰个又系你。点解可以做到呢个马斯丹咁捻黑人啫？喂，最好笑系咩啊？最好笑佢讲嘅，你哋两个唔系话过不择手段嘅咩？咁你又钓咗佢用贤者之石？我不择手段咪搵贤者之石咯？你又叫我唔好搵贤者之石？我信你，我绝命之现金术师，结果又乜嘢？叫我搞两个有 PTSD 咯？屌你老味！系一个精神分裂嘅马斯丹。哇！一个精神分裂嘅马斯丹。呢、這个马斯丹真系巴闭嘅啫，大佬。跟住佢仲要搞到马斯丹冇晒靓啦，得翻福亚一个啦。跟住头先阿 Andy 咧话，就系因为蚊赖斯代原本就系原作就系蚊赖斯代粒石，就系赖斯代都唔死，所以先令到阿哈克即系金发嗰个咧后屘变咗坐轮椅啊嘛。系啊，佢怼咗佢嗰个脊椎一下。但你唔需要担心有呢个问题啊 ，Andy， 因为冇。呢度冇哈克呢、这个呢条链噶，阿马斯丹，佢直接 cut 鸠咗呢个角色嘅。系哈克啊，系马斯丹所有链都唔见晒，得翻福亚一个喺度嘅啫。系啦，所以你担心呢样嘢系唔存在嘅，佢直接 cut 鸠咗个角色嘅。系啊，咁但系佢又会留翻罗斯少华喺度嘅，但系又 cut 鸠，然后就会 cut 鸠咗豪门嘅。唔好问我点解，我答你唔到。啊，咁啊，阿允允你，阿允允就话就用呢、这个。就用呢个咩？就用呢个收拍嘅形式去形容安比啊！安比又死咗啦！你班友冇人性啊！唔系呢个系呢、这个系九哥，系呢个系九哥。兰萨又死咗啦！你冇人性。系啊，九哥都系源自于收拍个阿 Kenny 嗰个嘅。You bastard！ 咁样系啊，咁样咯。咁阿南哥又好愤怒啦，见翻细佬嗰度好感动嘅动画。系啊，好感动噶。无论。边系啊？佢漫画佢嗰佢做翻即系佢嗰度喺个门罅嗰度用只手指指住阿尔，我一定会搵翻。系嗰个分镜系非常之深刻嘅。系啊。咁喺真人版系一个点样嘅表现咧？就系、是、呢个山田良介大喊包表情望住嗰个受骨轮损嘅阿尔。系。咁呢一幕净系得山田良介嘅女 fans 会觉得佢好可爱，好怜悯，好惹人怜爱嘅啫。系。咁正常嘅人就會覺得做乜鳩啊？係喊乜撚嘢啊？誒，有啲咁嘅感覺咯。係，因為冇嗰個冇氣氛。係啊，因為佢一嚟又係藐視原作啦，搞好多佢自己戇鳩嘢喺度啦。係啊，但係好巴閉。佢依家總結好似係佢，唔係咁係啦，人哋 JoJo 啊。都是做五集动画内容，屌你老母，你做26集啊！系啊，一半喎，佢几乎做一半内容喎，黐人线喎！佢两粒钟飞一半书，飞一半飞漫画一半嘅内容喎，几乎。而佢飞嘅方式，佢觉得会成功啊！系啊，因为佢仲好自信满满，搵我咩话？我睇翻嗰句先，我完成了。日本电影中从未有过的拍摄形式啊，系啱啊，啱啊，系真系嘅，应该冇人会再咁样做噶啦，即系如果有脑嘅话，廿几集喎，咪冇人会咁样。你咁样做咧，你咁样做咧，个原因咧就系、是、可能系嗰套动画本身系好捻多单元，系，而嗰啲单元对个主线系无关痛痒嘅，就 cut 咗佢。大哥，你唔撚係啊嘛？咪哥係啊！屌你老母，做咩啫你？係啊，所以光年你一係就你一係就當番外篇咁做個番外故事。係咯，可以呢個辛巴復仇者咁樣。係啊，辛巴都唔係嘅，都短短地，即係你其實你呢個時間你頂多可以做一個故事嘅。係啊，你一係就其中一個攞其中一個單元做個故事。你咪大哥哥，大哥哥咁，你咪做 detail 啲個半鐘咁做咯。跟住喺個半鐘，你講大哥哥篇，然後中間又涉下其他篇章嘅劇情落去，咁樣提翻下咁樣，其實就得噶啦。其實真冇人要求過你要做咁多內容，因為大家都知道冇可能噶。
但系你又觉得有可能？云都系拣一个高人气嘅篇章嚟改嘅啫嘛。系啊，系得你先觉得，系得导演你呢个天才先觉得有可能嘅咋？吓，系啊，你仲要走，所以佢系唔捻识嘅咯，真系。就连最捻差嘅火星异种啊，佢都系做一本漫画咋？屌你老母！嗯，正常人都唔会觉得系可以做做咁多内容。就连火星异种都冇犯咁样嘅错啊！系啊，其实阿南哥又话最准都系一至两个单元嘅咋，你最多都系打到斯卡出场就极限。系啊，咪就系话咯，其实你做大哥哥，跟住之后最后斯卡出场，跟住打斯卡，我俾你改一改佢啦，即系唔好一下就爱得俾佢拆咗只手啦，你打几下咁样。咁佢打几下咁样话勉强击退咗佢，但系爱德都俾佢爆咗只手咁样，咁咪算，咁样你完咗，跟住之后你就暗示一下阿人做人喺度搞紧啲阴谋啊嗰啲咁样，咁咪得咯。其实即系你又要贪心，你又要出人做人，跟住之后你出人做人嘅时候，你又要贪心，要去到做到怼冧赖斯代嗰度，咁你咪得个两个钟头，你想做啲乜嘢？我哋睇嘅时候，我哋一直喺度估啊，屌你老母！我睇佢几时完咧咁样。然后佢谂佢个原创，我哋点都估唔到啊！佢竟然做到26集啊！一仲要有原创内容，黐人！他妈的有什么毛病？真系黐人！喂，最好笑系乜嘢？最好笑就系咧，成套嘢啊，爱德系冇一场完整嘅打斗，系。是啊，所有都不是他原则的，大家不关他事的，几乎最追教主算不算呢？就是得追教主都是艾尔和马斯丹的，是啊，收头是教主收头，收头是阿斯丹收头，是啊，马斯丹出来，马斯丹你在做什么？不关你事的，我刚刚经过这里，我真的屌你老母，然后呢，有些很标志性的一些连成，例如即系连基艾海连个手都出嚟，手剑都冇嘅，嗰个系冇嘅，系劲啊劲啊！嗰呢单嘢，佢练支长枪出嚟就记得，但系练手剑佢系唔记得嘅，好嘢喎！因为佢根本就冇谂过处理呢样嘢，佢啲战斗咧真系难勾到难以置信。愛德的惡趣未練成，有一架邪教篇的時候，我硬硬做了出來，練了一個胡滾滾這樣 的石像出來。不是，最好笑是什麼？最好笑是呢，我想說的就是練呢，即是不要說練了，人家因為人家那邊做得很有，就是銀之匙的真人版，他在最後一個比較 set 的場面呢，他是特登就說落雪，然後他特登拿雪人弄了一隻牛媽出來的，咁等個氣氛冇咁硬，跟住之後同埋俾大家見到啊，佢哋啊整咗只牛媽出嚟喎，好正喎，有牛媽喎咁樣。咁因為其實好多，即係好多時，因為包括過年入面，佢都有時愛得練成啲嘢係會有牛媽噶嘛，或者喺某啲角落嗰度會有隻牛媽喺度出現咁樣噶嘛。即係如果你玩過年嗰三隻 PS2 嘅 game， 直頭係。有得练成只牛妈出嚟，跟住只牛妈会走出去打人咁样噶嘛？系啦，咁佢呢度系连牛妈嘅吉祥物都冇咯，即系你叫我得练只牛妈嘅吉祥物出嚟有几难啫？系打教主嗰度整只出嚟，系咁咪练佢练咗嚿好唔知乜嘢出嚟噶嘛？你嗰个练只牛妈出嚟咪得咯？练到个巨型牛妈出嚟取代咗，咁你又可以做到爱德嗰啲恶趣味练成，然后又有牛妈彩蛋咁样。其实是啊，不是他是其实你觉得爱德这个主角是没有做过东西的，整套戏没有啊，没有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东西的，他是的，最后粒石又是马斯丹给他的，他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争取回来的，那他最要是什么，没有打戏的，他是整套戏都是的，被人打了，佢打嘅膠全部支離破碎咯，之後唔係佢除咗邪教篇之外，佢冇主動打，佢都係俾人撳住嚟打嘅。佢俾內斯度兩條指兩隻手指啊收咗皮，跟住打
同安比同莱斯代打又系马斯丹打嘅。屌，嗰度都冇打过。系，佢走出嚟救马斯丹，跟匿喺半场后面，跟住就再之后一出嚟就系俾赖斯代两嘢插咗喺个地下嗰度。系，跟住马斯丹就放火枪咁样冇啦。咁冇噶，所以我话呢套嘢应该要改名做《火枪的炼金术师》咯。因为成套嘢最有表现嗰个就系马斯丹，但系马斯丹系个精神分裂嘅黐线咯。系个閪角色嚟嘅，黐乸线。咁然后佢应该要作为主角要做嘢嘅，我觉得咧除咗系。查案，但是实际是没有查过案，即只不过拿着都纸在扮查不到案，然后被人点去一些没用的地方，跟着之后做了一场无谓 的兄弟闹交，然后无啦啦被人绑住了，跟着之后偷走，跟着之后就被人按在地下，这样他是整套东西都没有做过东西的，这个我觉得是的。那你都不要莫讲话艾尔啦，艾尔咪戆鸠鸠发烂渣，突然间发烂渣，话其实我系咪人造出嚟嘅咁样，咁样咯。佢主要就系、是、佢主要嘅表现就系呢个位咯，冇啦，咁样咁。啊，我谂到导演话咩？我拍咗一个新嘅日本电影嘅方式系乜嘢啦？系，即系一套应该系要有啲打斗嘅作品，然后佢做到一啲打斗都冇。点解降临一定要有打斗咧？屌你啦！即系某同某位，某位好，某位某位某位著名公司嘅 producer 嘅制作人系 producer， 系一样。佢觉得唔使咯，火枪就够噶啦。真系唔明，唔明白。咁啊，所以今次咧，今次咩有冇有色眼鏡咧？今次外間對佢嘅嗰個咁嚴厲嘅批評啊，究竟係咪因為係咪有色眼鏡咧？唔係，冇偏見。今次外間對佢嘅評價係公正嘅，我哋宣布係公正嘅，係我哋正式宣布冇任何偏見，係。是合理的，合理的批评，不需要帮他，他本身就是公道，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公道讲他，是的，因为他本来对他 的攻击 是公道的，很难得地没有任何夸大的嘛，他们的，因为有些人说，哇，套东西我在戏院里睡得很舒服，我忘记了套东西讲什么，讲真，如果不是我们三个互相在那里夹着大家，我真的很怀疑我哋挨，有冇咁好精神看晒成套嘢？佢大哥，即系我哋头先讲到，一定冇啦。因为好笑系我哋讲到好笑咋，大家或者嗰啲烂嘅位系我哋讲到好笑咋。你就咁睇，你唔其实你系套嘢系好厌闷嘅，其实佢系做到，即系佢嗰啲位其实唔系真系好好笑，系纯粹烂咯，系纯粹唔好睇咯。即系除咗个别火枪啊或者安比嗰啲特别好笑，一两个镜头，但系套嘢两个钟啊，大佬，两个钟呢啲位系占咗好少部分嘅，其他时间就系好厌闷嘅，好 hea 做嘅大哥哥情节啦，同埋好 hea 做嘅兄弟互打嘅情节啦。喂，讲真的除咗山田凉介 fans， 我真系觉得冇人顶得顺。即系你一个人，即系我假设你冇 friend 一个人入戏院睇，你可以唔瞌眼瞓咁睇晒佢，你真系除咗。我真的觉得除了山田凉介 fans 冇人顶，冇人接受，冇人顶到啊，大佬！啊，有原作，我哋有原作包袱啊嘛，个故仔讲唔通啊嘛，但系而家冇睇原作唔会入去嘅，系，有冇机会有冇睇过原作嘅人入去睇呢套嘢咧？山田凉介 fans， 咁所以佢哋系冇问题噶嘛。山田凉介识喐就得噶啦嘛，系咪？系咪系咁样噶嘛？系嘛？咁样大制作、大明星、意大利取景，点解降临一定要有伊修巴尔咧？因为伊修巴尔系成个故事嘅其中一个主轴。唔系，所以我佢原本呢个企划真系好黐线噶啦，已经咁，但系其实。在不可能之中，你仲可以有方法去令到件事 work 啲咁啊！但系佢又偏偏唔做，偏偏唔去谂到令件事 work， 佢就勇往直前咁样一路啊！我哋就做原作嘅剧情，做到去呢、這个
最多是第五研究所。第三研究所啊！第三研究所，第三研究所啦！哇，屌你，屌你老尾，你真系得噶咯！最要话咩噶嘛？本身套嘢嗰阵十二月2017年12月完，跟住系有传过话想做续篇噶嘛？跟住即刻变，好似啲人嘅反应好大啊嘛！咁到结果你就到而家都见唔到啦，吓咁啊！唔系，我觉得最惨嘅系咩啊？系最惨嘅就系真人版 Zozo， 因为佢搞到。要陪葬咯，梗系要陪葬咯，系啊，真系好啦，唔公平，咪同一年都隔咗几个月，跟住就真系个，因为我个闹个骂声系波及埋 Zozo 嗰下惨啊嘛，真系屌，真系好啦，戇鳩。但系 Zozo 嗰边系好认真同你做替身战噶嘛，系，佢冇同你悭水喎，佢真系。好用心同你做替身喎、哦，个剧情都好认真做啊！你都调，同埋佢亦都有，我觉得佢 cut 即系佢同样唔系，不过因为 Zozo 嗰边有单元剧，所以佢 cut 嗰个 cut 方面系可以冇咁点讲咧，嗰个要顾虑嘅嘢冇咁多嘅，咁但系其实佢都有顾虑到嘅，都尝试 cut 得嚟又去衔接翻个故事嘅，咁但系呢度呢条友系冇谂过嘅。要斬就一刀斬落去咯，咁樣咁，唉，所以呢套嘢我最大嘅意見就係、是，屌你女人都租做啊，冚家鏟！唉，你有冇續集我唔，你有冇續集我唔 care 啊？你累到租做冇續集就世係假啊，仆街！你就一定冇噶啦，收皮啦！係啊，唔係好咯，即係如果咧佢真係用大哥哥，佢用大哥哥齋做一套短電影咧。佢有下一集，我覺得係，我就覺得容易做下一集咯。咁你咪下一集先慢慢帶翻人造人啊，帶翻你嗰扎，帶翻嗰扎之後主線嘅設定出嚟咯，有幾難？又誒，如果你話咩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冇問題，即係你齋做邪教片都冇問題啊，我覺得。係啊，其實邪教片本身獨立做一個電影都得。你咪攞03嚟做邪教咯，03都做咗兩集啦。係啊。你再掹長啲，加多少少嘢，其實係一定。你再掹長啲，加埋大哥哥落去，咁咪搞掂咯。係啊，佢呢兩個單元，呢兩個最初嘅單元同一個經典單元，其實夠你做一套電影。唔係呢兩個單元，咪已經足以做到，就係點解我覺得佢哋咁想揾賢者之石？跟住賢者之石究竟係乜嘢嚟嘅？跟住同埋國家煉金術師同埋呢個國家入邊究竟有啲乜嘢嘅人喺度？究竟收埋咗啲乜嘢？其實呢啲全部搞掂噶咯。你淨係做呢兩個單元已經可以喎。仲有呢兩個單元係最唔觸及主線，同埋最唔使擔心話會牽扯得太多其他角色線嘅單元嚟㗎啦。唔係你想原創嘅，你要有人造人嘅，咁你咪喺邪教嗰度出人造人咯。係啊，你要做係一定做到嘅，即係你肯諗係會一定諗到方法做，即係。大家不是介意你改啊，大家是介意你改得夠啊，即係難為啊牛媽都仲要即係公關上都仲要支持下你，我真係望完呢套嘢我真係唔知，即係個心情真係唔知點算啊，最後嘅成品咁樣。F.A. 第一集都有原創啊，但係佢都寫到嘢係啊，又真係唔係介意你原創嘅喎。你原創得好是沒問題的，但你現在原創得不好，然後你又要你還要你原創的東西反而令到原作是不是合理的東西變得不合理的，那我不知道，所以這套東西是真的真人版裡面真人作品裡面其中一套爛的一套代表作來的，是因為你這種真人版改編，我們真人版改編才要被人誤會嗰張邊啊！依我做翻我睇下我收台之後做翻嗰張圖先。我用翻 Zozo 用翻 Zozo 指住。Zozo 換咗嗰個獨撚嗰個樣，然後指住。係啊 ，Zozo 指住過年，就係因為你有呢啲真人版。係因為你先真人版啊！我哋先成日俾人笑啊！係啊，真係好慘，真係。所以即係係咯，仲即係唔。
即但系结果就系、是，我觉得系成套嘢就个结果就啱啱相反咯，就系、是《JoJo》第四部就系佢除咗去西班牙取景之外，其他嘢都好。呢套嘢就系除咗去意大利取景之外，几乎大部分嘢都唔好咯。我其他我讲到嘅，其他头先我讲优点嘅时候讲到嘅优点，我都系夹硬捉出嚟讲嘅啫。即系。又或者話其他嘢唔係真係衰嘅，但係都稱唔上係優點。即係話我哋有啲演員揀得唔算差，但係呢個唔係優點嚟噶嘛。最後因為佢哋嗰啲演出太過 get， 或者太過即係好似安比咁樣，大佬去到安比嗰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咁我好難去話，好難話，即係就冇得去講佢好唔好噶嘛。大佬認真看待唔到嘛，大佬。喂，有錯。就算講得好啊，揀得好啊，你做到咁樣咧，所有嘢都唔會係一種優點。是啊，所以四哥就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个洛克人和爆蒜陀螺的真人版。是啊，我准备好了，洛克人。洛克人我都希望是 Walt Johnson 做的那个。还是找 The Rock 做 Walkman 啊，你想。我期待你的名字多一点，荷里活你的名字。就是听到个好看，说真的。系啊，咁所以咁铺真系咁赚唔耐啊，赚唔耐。冇啦，佢本来就唔值得赚嘅，咁讲真，即系佢两套，唔系即系之前都系因为觉得套嘢好睇啊，人哋觉得唔好睇，我哋先有嘢，先会讲到咁多，即系撩翻啲嘢出嚟赚啫。而家系套嘢本身就唔好睇啊，今次是坊間的評論是沒錯的嘛，我們是純粹證明這件事而已。所以剛才說了三個星期，是不是這個真人改編系列要落幕了嘛？是時候還有無數的大佬等著我們，我們的戰鬥現在才開始。看完，不是，我們都看完這個《Manhunt》真人版。祝你啊！祝你啊！這個真人版三大名物啊！我覺得偷偷先啦，唔好講得咁密啦，遲啲。仲有火星異種啊！嚇，要講都遲啲先。進擊之巨人啊！啲人話咩惡魔人真人版啊嘛？惡魔人真人版係究極大佬嚟嘅喎。係咯，我哋遲早要係究極大佬嚟嘅惡魔人真人版，遲早要面對呢個大佬。我哋嘅戰鬥而家先至開始嘅。唔係惡魔人真人版，其實我睇過幾次嘅。我家有 VCD 添噶，咁开心。系啊，我魔人真人版我睇咗几次噶啦。正啊！即系，但系我魔人真人版咧，虽然话系究极大佬啦，但系如果你用烂片角度去睇咧，你系会好开心、好欢乐嘅睇得。系啊。好啊。佢系烂得好出色嘅，所以点解而家先至仲系最 top 嗰度啊？懶得開心，咁懶得咁，如果佢反正都係懶咧，咁咪懶得開心咪更加好嘅。即係所以今次呢套咧，點解我哋咁唔鋸咧？就係佢懶都唔緊要，佢懶得唔好睇喎，大鑊啊！即係如果佢懶得特別精彩嘅嚇，特別出類拔萃啊，我都仲覺得係哇推薦你啊，推薦大家有生之年一定要見識一下咁樣。咁但係呢套唔係咯。呢套唔系咯，呢套系摧毁 fans， 摧毁 fans 内心之余，又唔系一套难得好出色嘅东西。严重警告大家唔好再推荐一啲单纯唔好睇嘅电影俾烂片会嘅成员，我哋系要啲烂得系艺术嘅电影。即系搞清楚，烂都系一种艺术，灾难都系一种艺术。我哋只系食得比较偏，而唔系中意食屎。即系分清楚个分别。仁医都算好睇，不过讲不过系讲剧。仁医好睇，仁医我嗰阵时系一口气追晒两季。不过剧都系剧就系另一样嘢，另一样嘢啦。交响情人梦，唔系我有讲过噶，我哋上个礼拜睇完《降临》之后，我有话我同佢哋提出一个意见，不过佢哋冇复过我。咩啊？我话讲咩？我话可以睇《海猿》。系咯。你唔係啊！你話太長啦，你自己講翻嘅。你話唔係我講翻太多啊！我係話，因為海猿中間夾咗個電視版，如果唔係可以睇海猿。因為海猿完結咗咯，你睇。
咁你哋可以答我噶嘛？你可以，你哋可以话啊，唔紧要啊，我可以照睇下第一集电影先噶嘛。咁即系可以可能单独睇都好睇咧。我可以，因为海源佢嗰佢有时间轴噶嘛，佢系第电影第一集，跟住电视版，跟住电影第二、第三、第四集咁样去嘅。咁当然，其实电影第二集咧，你就算冇睇电视版，你都睇得明嘅。系啊，你只要知道佢有，你只要睇完第一集，跟住你知道佢哋中间过咗发生咗一啲嘢，然后。男女主角准备结婚，咁然后就再去睇第二集就冇问题噶啦。其实就、哦、其实咁样就冇问题嘅，但系即系我个人觉得电视版都好好睇嘅，因为海源，所以就漫改编真人剧我哋咪睇，咪都讲咗咯。岸边路岸边路半一动也不动咯。系啊，嗰套剧嚟噶。系啊，我哋咪仲有讲咗咯，我哋仲有讲咗呢个昨晚过得很愉快，白同光之老爹咯，系啊，系啊，光之老爹都非常之感人，极度主呼，系每个睇完光之老爹嘅人都会进入艾欧扎啊，嗰啲，唔系每个嘅，大部分啦，都会对艾欧扎呢个世界有呢个好奇心，系最好嘅，最好嘅推广系 S E 大型广告，系紫黑威尔大型广告，系咯，咁我哋之前仲有讲过啲咩啊？真人剧我哋其实有时都会讲下嘅，好睇嗰啲啊，讲紧系今次先特登今次先特登几个礼拜咁抽嚟讲，但系平时散开都有讲嘅，因为呢啲系传奇级嘅作品啊嘛，《钢炼》真人版系传奇级嘅作品，系咯，所以系一定要睇嘅，系咯，同埋我哋咪有讲过好睇啊，《三国无双》唔好睇咩？三国好睇，好睇啊！咪咯，欢迎来到欢乐时，唔好睇系咯，直吓 YPR 嗰边直入烂片会都唔好睇，唔系啊，真系大佬，诚意推荐噶嘛，大佬系咯 ，Netflix 死亡笔记，死亡笔记我已经公开咁样即系同大家研究过几次，系咯，系即系如果你唔计藤原龙也嗰几套嘅话。訓練龍人版有幾套啊？Netflix 版 Netflix 真人版是最高峰，係超好看真係講真的。balance 唔到，俾呢啲劣化真人版咩冚刪咗佢哋嘅光，好似當年邪神用煙掩蓋住啲光咁。我哋已經哇個比例已經好好噶啦，講嗰兩套好嘢先講套講到衰嘅嚇。好好噶啦，即系所以呢套就呢套我真系好唔建议，我即系好少可叫人唔好去睇嘅，即系你话救翻咩救翻回顾避雷针嗰啲就话啫，但系呢次系特登讲套嘢咁，但系讲完之后，我觉得你真系即系如果你系钢炼 fans 嚟，除非你好想见识下咯，如果唔系你真系最好唔好掂佢啦，你会好唔开心嘅睇啦。咁点啊？应该差唔多啦嘛。嗯，系啊，咁啊，再讲我可以讲多句啊。我再重申一次，我要向呢个山田凉介嘅嗰啲为咗山田凉介而多刷咗呢一套戏嘅 fans 致敬。你哋系勇者嚟嘅，你哋系真爱。我系唔会即系套戏，我有好多意见，但系你哋对山田凉介嘅我又系完全唔会质疑嘅。可以为了山田凉介连屎都可以吃的人，我是绝对对你对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哇，那是那大怪兽的时候处理他们都可以说，哎呀凉介表靓仔好有型啊，他走去看两三次都是这样啊，就是勇者，真是勇者，真是原來真係可以為咗嗰、那個為咗喜愛嘅明星可以去到咁樣嘅地步，我真係我自己係自問做唔到嘅，我真係除咗致敬，我真係講唔到其他説話。唔係咁我咧又咩嘅？即係好似以前我買 CD 買六七隻咁樣啫，都係咁樣啫。我覺得我又未到話冇辦法理解到嘅，但係。同時間，我覺得係要顧一下套戲好唔好睇先咯，即係你唔好齋為咗話解 B 就唔好咁甩皮啦，都唔係咁甩皮啦，君。
但阿蔡又话我为咗石原里美三刷咗进击的巨人，真爱真系阿蔡。我对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哦，咁我都咁我都白刷咗真哥师奶。咁真哥师奶好睇啊嘛，大佬。咁你话又有得追四元里美，又有得睇真哥师，又有得睇好剧好嘅故仔，何乐而不为咧？多刷冇问题，我觉得。系啊，真哥师奶我系睇咗八次嘅。咁啊，咁啊，初你咪睇咗好多次话巨人对声音好敏感啊。开门，开门！你咪睇咗三次，劲喎！跟住海员啊，海员睇，咪屌！系咁，嗰度都系海员，嗰度都系海员嚟嘅，系啊，都系。因为伊藤英明喺入边个演技完全系仙奇个演技嚟。唔系佢一开波系阿仙奇喺。险境嗰个演技，跟住之后去到 后半咧，就系阿仙奇，啲同伴嚟救阿仙奇啦，跟住之后阿仙奇就唔得，吉光仲喺入边啊，我要翻入去救佢。嗰阵时嗰个演技系啦， okay, 好啦，系，即系你，因为佢做奸，即系佢唔系用恶之教典嗰种奸角嗰种方式去演啊，佢其实系做紧一个正派嘅角色嚟噶，佢成套嗰、那个佢自问正派嚟噶嘛，佢嗰套佢觉得自己正派嚟噶嘛，唔系佢实际去到最后，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奸角嚟嘅，我觉得系啊，系睇下先，系啊，所以就嗰套都系嗰套都可以当系海员嚟，仙奇嚟嘅嗰个，系 ，OK， 但系咁如果睇海员嘅就梗系睇翻海员啦，但系系啦，即系特别系海员第二集。就真的很好看的，是的，電影啊，電影第二集就真的很好看。原來阿蔡都有三刷這個真哥師奶的，都是因為石原里美而不是因為哥師奶。好 OK 好 OK， 那就你都有顧慮到作品質素的問題的，那好，那但是喂，真哥師奶我有一刷，我是為了黑手黨美田進去看的，我是為了看看美田，對吧，我是為了看看美田在哪裡出場。系啊，美田就即系识嘅人就会识啦吓，边个美田就即系阿杉田个 friend 啊，系啊，系啦，咁差唔多啦，今晚咁啊，都似睇下再讲啲咩作品啦，暂时就系啦，下个礼拜会讲啲咩就下个礼拜先知啦，我都未知，系下个礼拜题目，下个礼拜再算啦。OK， 做咩临走前讲咩高桥大老师晚上，冷静啲，高桥大老师已经系过去嘅。嘅嘅殘骸，而家木下大老師先係真正嘅傳奇。你即係我唔準你咁講，而家高橋大老師準備拍貞子啊！你識乜嘢？高橋大老師寫嘅貞子一定係最好睇嘅。你識咩啊？你好期待啊！真係真心好期待啊，大佬！即係你大家都知道我對呢啲鬼怪類恐怖片好感冒噶嘛，唔係咁敢睇噶嘛。大家聽到高橋大老師，我真係～摒棄曬我對呢啲作品嘅厭惡，我都覺得如果香港上真係要入場睇噶，啊，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最慘就是高橋大老師啊，唔係你個意義唔同啊，即係啲人話因為高橋大老師寫，我就會去睇貞子啊，同我哋話我哋因為高橋大老師睇，高橋大老師寫貞子，我梗係去睇啦咁樣，即係嗰意義都唔同嘅，你知唔知道？係啊，同一句説話兩個意思，同一句説話兩個意思，啱啊。差不多啦，就暂时今集暂时嚟到呢度先啦。咁啊，好啦，再同大家讲其他作品啦。好，今晚嚟到呢度，我系咁啦，拜拜。